注意那个纪律，前排的你不要站着，你站着别人看不见。注意一下，神经病！谁把谁的鞋踩掉了？这是不在这见一条鞋，见一只鞋。耶、yeah ，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个先给大家上架，然后聊一聊。159，到手一共其实是6袋，然后3袋上脑，再加上3袋牛腩。你得重新给我一个，这个没法加。男生的衬衫口在这边，所以我看看。他这个能操作，不是头的方向，跟线没啥关系。那来，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啊。对。但是我其实帮你拆那个是为了让你那个多一点时间。对对对对，等等。还有朋友说让又是有我干啥？我们俩以前一块直播的时候，又是每天你有我。纯属那个什么。我是在教你啊，不教你点好。一个是悠悠，一个是七七，就是他们俩那种话，就是信手拈来。嗯，还是那个、啊、后天努力的。后天努力的。对，别把它渲染成天赋。就是还是给孩子希望，对，让孩子觉得只要努力都可以，要不然生下来这样大家都绝望，对吧？那我生下来不能这样。嗯，我来福利点啊。你像这个橙子，对吧？雪橙送给他。成双成对，哎呀，龙凤呈祥，哎呀，心想事成，哎呀，都行啊，就是寓意好啊。我时常觉得悠悠应该下班后还有另外一份这个说相声的兼职，或者那种婚礼司仪的兼职。婚礼司仪我很感兴趣，而且我今年我有一个朋友结婚，他真的让我去给他那个主持。我说你要什么风格？啊，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新人要成家，可以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来一个尊敬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叉叉叉跟叉叉叉。的婚礼现场，嗯，也可以来温情的、啊、就是那种不哭谁也别想走出去，那你先哭哭先哭哭你这是婚礼现场还是什么现场，就很夸张啊。嗯，反正还挺好，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试试。他抓了发型，然后头发长了、我头发要剪了，要剪，已经约了约了。对，但是这个时间可能不行，我过两天回趟西安，我可能就在西安剪了。啊！天哪，西安我也很想去玩。走！我前段时间去大同。你啥时候休假？我看到那个大同的古城墙，我就想到西安的那个。啥时候休假？明天。我明天就休了，我明天走。你真的假的？你休几天？私聊，这个下去再说。啊，对对对。这个不好意思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卖的是橙子。对对，卖的是橙子。对对对对，中国没了。你真的假的？你明天不上班啊？我本来还明天的班伤害。明天本来有事儿呢，然后东方小孙、啊、最后实在没有人排，导演就排了东方小孙。哦，那还是得让老板上。然后我刚跟小孙商量，我说那我明天的事儿突然取消了。嗯，明天其实我可以上班，这是方案 A。嗯，啊，你休你的假。方案 B 呢，就是我回县一趟，出一点私事。嗯，他说回县，回吧，回去吧。嗯，对，就其实是与辉贴心，多给一些这个老板。对，10万单雪橙做业务的机会，嗯，十万单只有10万单了啊，只有十万单、是卖完这个就可以下班了。你的实力是这样子吗？我一般上班都是这样。对不起，一般导演给我的标只有200单，我头一次以万听这个单位，原来你的实力是这样，我还是低估你了。我一般是他们就给几万单就不卖完，不给下，不给换，不给换钱，几个支，行吗？10万单，你休几天去？2天啊。走。这样。思存一下。那个汁水很充盈，人间榨汁机，哎呦。现在还有。非常可以。我跟你说，这个机器啊，你去啊。啊。樱花开了，可漂亮。樱花。啊。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湖来着？就能走到湖边。对呀、啊。你想这个季节去什么？去大唐。不夜城晚上可以去，兴善寺也可以去。还有呢，这个有一，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叫《妖猫传》？里头有一个日本法师叫空海，他是1804年到1806年来的中国，然后1806年他就回日本了。他当时就去了这个寺，这个寺叫做青龙寺。青龙寺每年春天樱花盛放。天哪！哎，我是不是天把咱要去的地方泄露了？明天换个地方，青龙寺的票不去这儿，受罄了，怎么办？地方可太多了。杜甫每年春天在，曲江南湖边。啊，就是你跟我说那个，我对那里。3月3日天气晴，长安水边多丽人。嗯，
啊，杨贵妃的这个姐妹们在那里拍照，拍照五分钟 ，P 图两小时那种。是谁？就是那个意思。可以。不是，我想请问一下，刚才那雪城十万单已经卖完了吗？还有99,999。因为我不太熟悉，我不太熟悉这些节奏。雪城，来，我认真讲一讲。Oh my god！ 已经换到红薯了。没关系。还可以再换雪城。可以。行。十万的，这个就是属于恰恰的一种舞步。如果会跳恰恰，你就知道朝前再来朝后，这个就是又回来了。这个是哪的？秭归。秭归的老朋友了。湖北。湖北。湖北。你看我每次讲到这个秭归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动情的感觉哈。因为秭归呢，就是说听闻屈原放逐，姐姐就寻声而来嘛。就看自己归逐放归而来的这个弟弟。因为我跟我姐之间的关系也特别好，往往就有一种代入感。然后我之前给大家科普过，或者给大家讲过，这个不是科普，这不算科学，这是就是絮叨过，我老家呢其实是湖北的。所以你知道回老家就有一种那种很熟悉落叶归根的感觉一样哈。如果我老了的话，所以你听这个秭归。就又是归来又是姐姐的，就有一种双重的情感交互。哇！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这个橙子的时候，就愿意多想。你看这汁水多么的充盈，我天哪，这汁水！哎呀！充盈。对。非常棒。喜欢的朋友自己去拍啊！当然挤完了之后，这个汁水还是很多的，还能吃的。是的。包括挤出来橙水，你都看到有点像西柚汁的感觉。是的。是黄里边偏红，橙红色。它是这个季节又上市了吗？这个时候就基本上是正当时，然后再往后不就没了吗？十万单的农产品咱都卖一会儿，要不然好的。过了季节它可能不太好卖了。好。这橙子如果有需要下单，咱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果肉，它长相确实不太一样，然后有一些是黄色的果肉氤氲着一些红色，还有一些是纯红的这种果肉了。每一单都不太一样，每一个果子打开之后都是一个开盲盒的体验。它是酸甜口感的。这个是不是也不能说呀？别管了，反正说了。天哪，我真的头一回见是这样的标。咋的？一万几的。卖了一万单吗？我一般几百。几百单。几百单使劲说。使劲说。不是。就是因为咱俩这会儿让大家开心了。谢谢大家。大家出于这个买票钱去买了。超级感谢大家。必须得合作。天哪，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基本上等会儿我就走了。你看你刚才挤完了汁水又能还能吃很多。对啊，他还能吃，别浪费。爱江山更爱美人，想不想唱？有感觉吗？没有感觉就算了。我看一下，我不一定会。什么？但我可以试试。怎么可能不会？你不是那个经常放着听，就今天下午我们说的那个。对，这也从侧面表现出来我们办公室的这工作氛围是多么的快乐。听歌。然后也从侧面更加侧面体现了我们的这个审美是多么的复古 ，vintage， 复古，听都是老歌。是的，已经卖出11,000多单了啊！对，徐小鹏自己拍啊！11,000多单了，天哪！11,000多单是我两场的量。别这样，别这样。你看这个，你 OK 吗？这个，我试试，你唱 OK。那就算了，或者别的呢？别的还有，我还有一个专门的老歌曲谱，牛。咱以前唱啥歌唱多？唱周杰伦的，咱还能唱啥歌？我咱们就是一整个全部是周杰伦，完了没拿，这是个空谱子。我前两天要到了几张票，你给我炫耀，我给你，还有两张，别骗我，真的，你别跟东方小孩小孙学坏了，画这种饼。你愿意去吗？海口站，好的位置，我把票给你。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天上掉下大馅饼？我说我突然刚才这样晃一下，我现在身上有个大馅饼，你看见了？只有这两张了，只有这两张了。要钱吗？我送，我掏钱。10.1万人见证啊，这可不能打诳语了。你看看吧，你要是那个你能送你那个朋友，你先去送，因为我担心请假不好请。但真的谢谢你，超级感谢。没事，那两天我替你。你不去看了，我去替你看。我要到另外一场，时间怎么还有一场啊？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拿的比较心安理得了。对啊，该给钱给钱，但是到时候看吧，时间 OK 就那个什么。不用给钱，钱真的不用给。啊，这个橙子咱买，我们不用催，没事。这个交班可以时间长点，只要出货就行。好好好，嗯，
橙子，橙子，又爱要自己去看。行吧，那也没什么好唱的了，都有这些，那就唱一首他的歌，要不？都行。或者没有感觉，咱们今天不唱也行。我选择困难症，你来做决定。可以。那就唱一首，先卖红薯吧。但是我交班时间其实到了啊。行，那就。不急，没事，慢慢教。你这个 OK 吗？哇，这个调可能有点高，我以前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唱过。加个夹子，夹子去哪儿了？别催了啊，谦儿。没事儿没事儿，一首歌的时间咱们就那个撤了。不是谦儿催的是吧？不是谦儿，是你催的是吧？别催了，我一会儿给你多买点货。只剩下钢琴这个调。调啊。只剩下。天哪，马上你就能听到他的现场版了。恭喜雷，你也可以。好，咱们下去再说。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今天晚上陪伴。与会与会，实力非凡。算了，你我现在经常换一个，换一个。你这个本来是给谁的？这个实力非凡很明显不压我的，那本来是给谁的？与会谁的？很多人，很多人都是自己。很多人举例子，本来谁能压上这个晕？我只是想知道我是临时替了谁。别啊，谢谢大家支持，超级感谢大家时间，我撤了，很多人都能用这个，都能压力，谢谢大家，拜拜，超级感谢。行，好。怎么听出来，怎么拿我老家的风筝啊，我刚才就看到你们在扎风筝。我就是下午看了晚上卖的东西非常的不满。然后真的我向他提出的要求，你叫啥？我说我不卖了，我说我拒绝卖那些东西，你给我找点好玩的呗。我说春暖花开的就不能让孩子去户外吗？走出门吗？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没啥的。我说你给我找，我必须要买，要风筝。他就找来这一个风筝。有多少单？有5000单，29.9元。29.9元，我有只有5000单啊。带孩子出去一趟。作者。啊还有作者。还有作者。是人作品。是吧？好，给大家展示了他的作品登记证书啊。对，好，接下来我要带孩子出去放风筝了。春暖花开的时候，你知道小时候在农村啊，这个就是春回大地，尤其是几场春雨之后，小麦的那个苗呢就迅速泛出一种极其富有生命力的绿色，知道吧？那个绿色真的仿佛要滴下来的绿色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这个没有风筝，其实还是爷爷给糊的风筝，他是用一些非常简单的那个竹篾，其实就是用竹子削一个薄片做的。但那个风筝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一旦风大它容易散架。啊，然后呢是用那个旧的纸去糊的，所以小时候我跟我弟就放过那种风筝。然后那个线呢也不是专业的线，比较重，所以飞得高了它就线比较重，就拉着的就飞不自高了，
第二个线容易断。现在的风筝线呢，就是很细但又很结实。带孩子出一趟门吧，好不好？可能他有时候你给他改善一次生活呀什么的，他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但那个春天的周末，没有逼他写作业，跟着爸妈一起去户外跑了一下午，然后摔了好几跤，浑身的汗。那一次，他印象很清楚，他记了很久。后来，逢到朋友，逢到老师，逢到同学，就津津乐道的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转述啊，最终成为了童年里美好的回忆之一。徐小鹏自己拍啊。两千单，这个多少米？而且到这个季节了，到季节了，三月份了，马上。我把这个绑上啊。好的。你刚问我会献个啥，我会献讲风放风筝呀。没想到呗，嗯。这个风筝的特点，这个风筝没啥特点，风筝呀，风筝能有啥特点？小火箭风筝。小火箭风筝是吧？哎，我知道那个潍坊有那个风筝节是吧？对，就是尤尔老家。然后呢，据说还能有各种形状的，什么龙的、大熊猫的，还有那种天空对接的，你知道风筝在空中可以实现对接，都得飞起来，都能飞起来啊！我听完之后震惊了都。绑上三遍四头，它绝对掉不了的。价格是29.9啊！你们播吧，我要出去了。拜拜。我前天在河边还看到有人放风筝，结果架在树上。这个线长100米。一百米。一百米的线。这很容易装这个风筝。我给你看一下，这是它的样子。哇，很可爱。小恐龙是吧？恐龙这个牙很好看，嗯嗯，哼哼，像不像？像，很好看。我回去陪贾一真放风筝呀。贾一真跟我说：“舅舅都想你了。”回去跟孩子放风筝，只有5000单，一会儿你要晚了就真没了。对，现在就1000单，只有1000单了。然后有朋友刚说要帐篷，下次上播我必须要，你给他们提要求好吧？你就是不换东西我不卖了。收到。啊，帐篷还有啥？他们说反了，这咋能是反的？这一就是这边啊。咱们看看那边，它一共有这边是棍儿，我知道他的意思，通常棍儿在下面，但这个棍儿明显是在背后绑着的呀，对吧？就是这样的，这样正好不就把这个好看的一面留给地上的人了吗？对对。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听过没？苏打绿。听过。还有500单啊。这么快？这个便宜29.9。错，他卖得好根本不是因为他便宜，而是因为大家都想找一个借口给自己一趟户外的机会，然后陪着孩子连跑带跳，哦，连闹带笑，嗯，然后手机里留下一些珍贵的照片，还发了一个抖音 at 一下董宇辉，我带孩子出来了，你看，嘿，你没有孩子吧？我为什么往这儿转呢？嗯，这个话题转着转着就不开心了，给。我会陪贾一真放风筝，这是干啥的？这是它的尾巴。啊，还有尾巴！哎呦，哦，我操！我看一下，嘿嘿，栩栩如生。好好好，懂了懂了。啊，人这个尾巴是挂着，有个铁钩儿。对，挂在这儿。哇，现在风筝这就这样，是吧？嗯。谦儿是不是也想放风筝了？也想，但是走，楼层也够了。走，楼层。下播后。哎，我见过晚上放风筝的。我们那年旅游，这个你把它弄上来之后呢，这个用手指这样往回压一下就行了。这个你等一下给个近景。对，你看这个小铁片，它是这样扣取下来的，弄回去之后把它压一下，要不然风一吹容易掉啊。我们那年是去哪儿旅游来着？是去马来西亚还是哪儿？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就应该是马来西亚，我记得当地的男性就他不工作，是女性出去工作的。而且他好像可以一夫多妻，我听说。对，女性出去挣钱，然后男的呢院子里修一个发呆亭，在那发呆，然后骑着摩托车走街串巷，
然后筐里放个鸡去斗鸡，然后再就是放风筝。我记得我一觉我没有，我就是一觉睡醒四五点吧，我看那天上风筝还在那飘。没了哥，没了是吧？没了，没了，别就我讲，这是啥？这是装的。这是装的。就这个拆，大家收到的都会放到这个袋。啊，那两个铁棍是吧？对。还是方便收纳。无心工作。上什么班儿？有朋友说到之前那个列巴照，就是里头带着豆子的那个，对，有红豆的，也有坚果的。东北卖过一个，然后自然宅还卖过一个新疆的列巴。你看，你看，你在大家直播的时候做一做调研，立刻就知道想卖什么。就是采访那天晚上，对吧？颜值老师来那天晚上，应该是安排了周三晚上。红肠，他们要红肠，就900单了。这个对，只有900单了，只有900单了是吧？今天卖了10000单。今天卖了10000单，卖这么好啊？威露士，这个是真的老朋友了，两大桶，然后五袋现在是，五袋，然后再有一个内衣 ，suitable for underwear， 对，内衣的，还有这个 ，yes， 浓缩消毒液。他能把油污洗得很干净吗？当然可以。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在乎的不是油污洗得有多干净，就是衬衫那个领子。对，就是你实际上你只穿一天，对吧？现在衣服都是一天一换，一天一换。但是呢，衣领如果洗不干净，时间它就会黄。你衣服还好好的，也没破，但是黄了，你又觉得心有不甘。你说是你这个衣服还穿不穿，对吧？就这种。其实对我来说，只要能解决这些问题就行。这上面放的啥？一点那个酱油。酱油应该很好洗吧？酱油是有色素的啊，现在搓不掉，然后我要给里头放是吧？对，你要对照一下。懂了。这便宜，这是一点松露香的。This is pine flavored, and also this one can deeply penetrate to remove stains. It removes 99%.Of the dust and mite, and definitely this is antibacterial, 抗菌的，除螨的，深层浸透去污渍的，还有松木香，明月夜短松岗，哇，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全都是松香，一阵松香飘过，回想起刚刚说的那些有证书哈。OK， 我刚刚这些不是我胡说，这些都有这个。证书呢，就刚才提到的这个 remove stains, antibacteria 等等，这些就是能够去螨虫呀，去抗菌呀，这些。哎，这颜色真漂亮，是吧？松木的清香，哎呀好香啊。嗨，还有400单啊。合理哥别到了，合理的是吧？对，到多了，再到。哎，那我买一单，买一单。但这真400，你快一点，你这一买完可能就没戏了。等一下，我租的那房子那个洗衣机很破，他经常每次洗就洗不干净，所以我要好几次把，还有300，真的快点，我要手洗。对，衬衫的衣领，如果你用肥皂搓一下，真的是干净，但就是很麻烦，所以我经常晚上回去搓一单都没了吗？对，就最后100单，晚上没有。我都买了2单，啊，我这个地址发错了。那你待会改地址。可以改地址是吧？因为真没了。啊，直接改地址就行。对。好，那我一会儿再改。好。那我们过了，没有了。对，真没了。不是，那我这还没搓呢，到底能搓掉不？搓不掉我就退了。你搓一下。哎哎，确实可以搓掉。嗯，你看，当然这个衣服现在呈浅绿色，是因为。你看，大家竟然会听到说和他什么手指淡淡烟草味道，别淡淡烟草味道了，不健康，淡淡的松木清香，对，健康点好点啊。今天是不是还有那个金纺？我看有，对，有那个，对，你有那个也拿来，趁着一块卖了。好的，金纺，
我印象特别深刻，对对这个东西，我给大家讲一段故事啊。我以前在初中的时候呢，原来觉得我们班一个女生特别美好，真的，就是我觉得她身上拥有了一个就是年轻的人该有的品质。她学习成绩不错，她很自律，她爱读书，她不像其他那些同学一下课就聊叽叽喳喳那些偶像问题八卦问题，这不能叫好看，但是就是看着很清新，她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呢，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她衣服上永远有一个很香的味道。当时我们在学校穿都是要校服嘛，那种涤纶的，一到冬天你里头如果穿个毛衣，其实静电特别重，动不动啪一下，动不动啪一下。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每次一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哎呀，这应该是她的味道，就会想到她哈。当时，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是啥，我以为是用的某种的香水呢，后来才知道其实就是金纺那个薰衣草味儿。真是这个味儿，真是这个味儿。我后来我，然后我因为我当时洗衣服，男生们比较粗糙嘛，宿舍里就是这个洗衣粉，还经常学校商店里买的这假洗衣粉，一块五一袋，根本洗不干净，肥皂最后男生。然后呢，我就问他，他说那个是金纺，但我又觉得我一个男生在男生宿舍里用这个，是不是会显得，大家会觉得对吧？不够男子气概，被大家所瞧不上。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妈，你给我买一个东西泡衣服，对。然后后来我的校服上就一直有这种味道，就是你知道年轻时候出于一种单纯的欣赏，对另一个，他其实跟同性异性没太大关系，就是对一个优秀的同龄人的欣赏，就是很清新的那种味道，想到了干净的空气，明媚的阳光，然后令人耳目一新的那种气味，还有一个恰逢年龄让你心生欢喜的同龄人，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美好所在，就你回起来啊，那就是我曾经年轻过的样子。没有了。我知道啥时候呢，就很近期吧，可能就是三五年内有一次在家里，那你想都工作好长时间了，有一次在家里洗完衣服，我妈还在那给我泡，我说妈你咋还，我妈说你忘了，你以前洗衣服可喜欢让我给你把这个泡一遍，因为有一个味儿嘛。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因为大家考上不同的高中，然后去不同的地方读大学，可能人生的这个路已经越走越远了，也很少有联系吧，好像见过几面。但是呢，妈妈还记得你在中学时候，她以为那是你的一个爱好，她说我这孩子咋突然开始臭美了，还想衣服上香香的啊，还没有静电。其实是因为那个特殊的气味总是让你唤醒对一个人的记忆。令人着迷。 Definitely intriguing. Yeah. 自己拍吧，好多朋友没买到，说让加单的。这个是真加不了，加不了了啊，加不了算了。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去买金纺，你懂吗？我的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在你有没有这种味道，恰到好处的年龄里，心思简单，头脑比较单纯的时候，然后你一心想着成长啊，向上。的那些日子里，有没有遇见过一个让你恰逢其时，然后又感觉让你心生欢喜一个同龄人那种感觉？薰衣草味的，薰衣草味的是吧？我从你这个反应看着，好像这个故事比较复杂，比较精彩呀。可能跟我的版本不太一样啊。会不会闻到一个味道就想起一个人？那个人恰逢其时的曾经出现在过你的青春里。时常是积极的向上的，会迎着朝阳跟你谈理想，谈人生未来很多遥远的计划，那些宏大而美好的画面。锅徐小鹏自己拍啊，保质期6年，这保啥呢？这保什么呀？保质。质是啥质？这可以忽略。对，这可以忽略，是吧？如果养得好的话。我看这锅写保质期6年，保啥？买的时候记着把锅盖买上啊！你有朋友说我炒锅要还锅盖，你万一在里头炖个啥，没有锅盖，里头那油会溅的到处都是。买着，你需要锅盖的。然后有30到34的，对，30的、32的、34的，30的基本一两口人，就是这个锅。然后接下来2到3个人就是32的，对，32的卖的比较好，32的卖比较好。然后人多一点买个34的，
明显是能看出来大小差异的。嗯，每次都不厌其烦在这儿颠勺啊，让很多人一看董子辉这勺颠得这么熟练，肯定是会做饭而且厨艺很好的。直到前两天看了这个鸡蛋溯源之后，大家说哎呀哎呀，你这是会做饭不会做饭的都沉默了啊，把鸡蛋放到岸上剁呀，哪有这样霍霍鸡蛋的。所以大家就开始怀疑我了。这充分的说明什么？就是你只要掌握一些技巧就能唬人。你别说会不会做饭，你就先颠勺，对吧？你勺颠得特别好，大家就以为你会做饭，或者你就会切菜，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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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得特别好，丝儿蹭蹭蹭蹭，每一个很利啊，然后呢，宽窄呢都很均匀，大家觉得厨艺肯定好，只精其中一个环节就行了。就是现在工业化流水线之后呢，大家只善于做一个环节，所以一辈子可能都不知道完整的流程是怎么做成的。啊，做饭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高要求的工作啊。三二的我们给大家加一些啊，三二的加了一些，大家刷新一下。一般情况下你不要笑，我给大家讲，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肉比较干的话，在案板上剁，它有可能是不是一剁就散了。对，蛋清你可以剁好之后在那里头锅里头加，那时候其实就让它粘在一起。你剁的时候你也可以，就如果只是蛋清的话，但是我当时反应慢，等我小孙啪蛋黄上下去了。如果你加上蛋清然后肉又很多的话，其实不会显得流的到处都是液体，反而它会让这个肉呢更加有整体性，翻个的时候也容易翻过来，而且不容易有肉的碎屑溅出去。咱呢都是实战经验好吗？你都看不起谁呢？那我跟东方小孙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咱还是有实战经验的。问问宇辉，你是什么味道？宇辉可能没有味道吧。你会发现很多的青春期孩子读的书里头啊，就是一描述到那个年龄里头，好像洗干净的白色衬衫上面肥皂的味道，你发现没？很多人一回忆起来，好像都是用那种词。你的青春是什么味儿的？锅还有啊，徐小鹏自己拍，这个不用开锅，到手洗一下直接就开始用了。然后建议第一次用之前，你把锅温度稍高点，里头刷点油，油润一润。哎，就是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嘛，胀的时候分子和分子之间距离是不是越来越大了？所以这时候那个铁的分子距离大，油渗进去的，它其实无意之间就是一种光滑作用。如果你第一次使用之前你就是烧了很长时间的热水，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锅就会比较容易粘。非常简单的道理，大家需要朋友自己拍啊。还有朋友要大容量的空气炸锅，记一下。好的。有朋友说男孩都是臭味，也不一定，像董宇辉这种爱臭美的人身上不接受啊。我为啥在青春期的时候特别反感抽烟的人呢？就是一到人身上一股更像一股味儿，其实不是淡淡烟草味道，很多抽烟时间长的人味儿挺重的，所以我反感那些抽烟的人。It's okay, it's okay. 自行的芝麻丸啊，徐小鹏自己拍。选的是鄱阳湖的芝麻。因为这里的芝麻比较经典，所以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选高品质芝麻的一个原材料都选的是鄱阳湖附近的芝麻。如果是高钙的，它就是比较纯的芝麻丸，连里头有少量的蜂蜜和低聚果糖。为什么高钙？因为芝麻从里到外厚厚一层的啊，诚心诚意的全是芝麻，所以它高钙。芝麻本来就是比较高钙啊。然后呢，另外一个这个，如果是爆浆的话，里头这个爆浆的这个芯是什么呢？是黑芝麻酱加上可可脂、奶粉，还有油、小麦粉、玉米淀粉等等啊，所以这个馅是用的比较健康的。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黑芝麻，然后呢也特别喜欢这个，尤其是爆浆口感的。但是我们过去在看到一些，比如说常见的，大家可能买的时候不太注意，会发现这个配料表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添加的东西，啊，像反式脂肪酸或者是饱和脂肪酸可能都比较多，对人体其实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后来做自营的时候，就是更新了这个配料表。大家知道，可能就是你要更新一个配料表的时候，其实需要前后很多的调试，因为往往健康的东西其实不太好吃。往往健康的东西或者特别营养的东西都不太好吃。你看那个蓝莓原浆，
野生的蓝莓岩浆和人工种植蓝莓岩浆中间花青素比例差异超级大，但是就是不好喝嘛。成年人往往能说服，但小孩有时候就是哎，好吃好吃我就吃，他可能照顾不到太多的这个健康性的问题。这个配料大家比较放心啊，徐小鹏自己去拍就行。嗯，每盒十颗，每盒十颗，然后倒是六盒，69块，那相当于59块六盒是吧？对，一盒十颗，那就60克，现在1块一颗。嗯，对，差不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去拍这个组合款啊，3+3。我们自营品都加个会员。好，点击屏幕中间这里有个会员好礼，大家点进去之后，其实如果你以前没有注册过东方甄选的会员的话，你注册会员其实有这个5元券。可以全店用，然后你另外平常买的东西它是可以积分，最后也可以兑换一些周边或者直接当成钱去转去用的。我刚给大家讲的这个芝麻，你们都知道这个芝麻开门，听过这个吧？听过。它是在那个阿里巴巴40大道里头提过，叫 Open Sesame。 然后呢，其实芝麻在古代是非常宝贵的。然后大家知道有时候你看唐诗里头会写那个白居易写的吃胡麻饼，其实胡麻饼里头就是加了大量的芝麻啊，他在烤的时候加了大量的芝麻。芝麻在这个汉唐时期呢就非常受欢迎，所以当时很多的饮食里头能加芝麻就是代表它高品质的一个特点。然后另外一个芝麻也因为它整个这个生长，你看芝麻唯一一个是花开在上面对吧，然后就芝麻开花节节高，所以也特别受我们的喜爱，就感觉它好像是一个有精气神的一个人一样。所以芝麻陪伴的历史非常悠久。当然芝麻这个油在古代是非常珍贵的啊，是芝麻油。还有呢，大家如果去看这个人类驯化芝麻的历史非常悠久。大家知道当年埃及，然后这个金字塔曾经有这个发掘过的金字塔里头其实就发掘出来过芝麻，所以芝麻其实它的原来的驯化地其实应该是在那一带，只不过后来传进来而已啊，从遥远地方传进来。然后另外关于芝麻的一个小知识就是啥，就是北京人特别喜欢吃芝麻，但是大家要知道在物质匮乏那段时间里头纯芝麻酱是很贵的，所以北京当地后来研发了另一种酱，就是有芝麻的香但是大部分不是芝麻，大家直播间咱还卖过，叫做28酱，就是2分芝麻酱8分花生酱，它是把两个兑在一起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北京人特别喜欢吃芝麻酱，那时候你如果能吃纯芝麻酱那肯定太贵了，固然好但太贵了。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吃芝麻对于，其实没有直接科学证据吃芝麻对这儿有好处，没有。吃点蓝莓吗？它只不过是补充了各种各样的不饱和脂肪酸，像 Omega 系列的 Omega 369，因为油脂大量补充这些可能对这些有帮助，但没有直接证据其实对这儿好。自己拍啊。现在蓝莓可甜了。楠楠下午端出去了一盘，难怪样品少了。他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让我吃一抓一把。我说哪有人拿一盘出来抓一把又端回去的，你去亲戚家走亲戚拿点礼物你留一盒我剩下我拿回吗？好说也不好听啊。他一想是，他觉得我说有道理，他把盘放下然后自己抓两大把走了，我就把剩下的跟伙伴们分了。所以现在样品比较少，几乎是样品都快没了，都怪董宇辉。这个是吧？对，这是特大果，果径多少？真不小，二十毫米，长得也太大了。你朋友那个鸡呢？那个鸡应该他们在那儿养着呢吧？我走的时候专门叮嘱我说你能不能每天帮我喂一下这个鸡？他说好，我说不要把它吃了，他说现在没有人吃了。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现在要养殖啊，背后其实科技还挺重要的，就是它有非常先进的一整套设备啊，然后筛选鸡蛋鸡种然后饲料等等这些东西，这个鸡一旦从笼子里出来再想放进去其实挺难的，因为它是不允许，就按照他们工厂的标准来说，或者这个我们所要求的这个卫生标准来说不可以，因为一旦出来它身上沾了细菌或者什么它再放进去其实不好，所以它一旦出来它再回不去了。我在想这个鸡它从生下来就在笼子里，
他人生的前几百天也是在笼子里，他以为笼子就是世界，直到有一天他被拿出来，发现有草，还有雨，头顶一看还有灰蒙蒙的天，他会不会觉得自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像不像笼子里的鸡？《楚门的世界》有个非常经典的电影，你看过没？就那种感觉。我们刚加了库存。对。啊，行啊，懂了，我想吃啊，再吃会儿。我一开始担心他们会不会炖了，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我鸡炖了？他说其实一开始确实是这么计划的，但是呢，因为那天我们直播完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非常热心的观众到那儿找去了，啊，找董宇辉去了。他们转念一想，这个鸡其实可以不用炖，留到这儿。董宇辉，对，董宇辉留下的鸡，当个念想呢，啊，就那种意思。这个鸡因祸得福呀，本来再也回不去自己兄弟姐妹的怀抱了，对吧？但是因此却获得了长寿啊。那个鸡，那些鸡一旦年龄偏大，产蛋量下降或者产蛋的品质下降的时候，宋宇就吃肉了，他反而获得了更长的生命，鸡幸运啊。有朋友在问酸不酸？看我的表情，你觉得酸吗？完全没有酸的意思啊。蓝莓的季节，徐小鹏自己拍啊，99块钱四盒，啥？14的小中果。中果14。毫米。是一斤对吧？对，你可以看这个。这些大家收到都是一斤是吧？对，你可以看这个。啊，你在页面上，你们比我看的更加的准确。一斤98是14毫米的，一斤128是17毫米的，然后两斤的是238，啥价钱买两斤？家里有20个孩子，啊，买两斤，啊，楠楠一个人就能吃完。楠楠一个人就能吃两斤。对。他吃过吗？吃过吧。他是真的一个人吃完过两斤。我开玩笑的。啊啊！我以为你们是哪天他真的吃两斤呢。现在拍规格还都全了，以后可能就不全了。啥？贝贝南瓜。好，贝贝南瓜。朋友说我改变了鸡生，我在想这个鸡会不会再时长？它当然人生会，它的鸡生因此会收获很多的快乐。正好春天，前两天我们去是盐城降温了，过两天呢，这个温度又回升了，春回大地，阳光明媚，草长莺飞，对吧？这个鸡就会感受到人间明媚。岁月静好，夏天烈日高照或者狂风骤雨，他感觉到自然的喜怒无常，秋天落叶万里金黄，然后呢他甚至看着远方田地上来回的这个农用这个机械，听着那个嘟嘟嘟的声音，闻着远处飘来的柴油味，他就会觉得人间换了一副模样，等冬天银装素裹一场大雪，哎呦，原来还有这个时候呢，人生更丰富。我在想他会不会因为知道的太多想的太多开始痛苦了呢？众所周知，知道的多想的多，人往往都不快乐，从此心里开始有了挂念。哎，这就是很多人养宠物其实的一个目的，就是你觉得心里开始有了挂念，觉得你不是自己一个人了。贝贝南瓜25.8块，大家可以买走4.5斤装啊，单个基本上都是300克到700克，洗一下可以蒸也可以烤啊。我们这个是直接连着蒸的，这里头你可以放一些其他的东西。对，瓤抠掉了。啊，把里头那个瓜瓤抠掉了，可以蒸鸡蛋、银耳，还有放银耳，枸杞、红枣这样的蒸，放点水是吧？对，这样蒸，相当于把它当成容器，啊，当然了，这个南瓜的香会融在那个汤汁里。还有一种就是前两天直播间吃那种，把它切成角，淋上橄榄油、黑胡椒、海盐，放到空气炸锅里烤一下、哦，我特别喜欢那种吃法，因为它表皮有一种酥脆。很甜。其实我们的饮食习惯里好像没有，但你知道欧洲你会发现他们特别经常吃一个东西叫烤土豆。哦，对。
你见过吧？把土豆切成很大那种角，你见过吧？就是放到烤箱里烤，然后烤出就淋点橄榄油、黑胡椒、海盐就行了，就那样烤，其实就比较原汁原味嘛。然后沾着一点那个白色那个酱，还挺好吃的其实。就是那个应该叫酸奶油吧，应该叫。不用过度烹饪啊，也不用精雕细琢。虽然我们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啊，但是能还原食物本真滋味的这种简单的烹饪呢，也是大受欢迎的。我们到手是4到8个左右吧。啊？到手4到8个左右。4到8个啊。就4.5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强光一照射，我竟然会鼻子痒。刚有朋友说董宇辉你咋了？强光照射下我会鼻子痒，不知道为啥，从小就是这样。把湿巾擦擦。湿巾你没啥用，就是你只要有强光照射就是这样，容易有点，没啥事，很正常。南瓜已经卖了10,000单了哦。是的。南瓜卖了10,000单，今年是吧？只有8,000单了，令人绝望啊！我用错词了，10,000单是今天一天卖出去的，是吧？对对啊，累计到这会儿才卖了10,000单，啊，然后告诉我还有8,000单。有句话不能少。哎呀，咱这农产品有点高产呐，啊！只有八千单，只有8,000单，卖也卖不动了，吃南瓜吧，吃点吧，啊！我以前大学军训的时候，我给教官说过，老师，我对光过敏。不信把我打了一顿。最早是我有个同学，他请假，他说：“老师，我对光过敏，我对阳光过敏。”然后呢，他身上真的就是红的，一直痒，一直痒。他可能是晒伤了，有可能啊。然后教官就心疼，她是个女孩子嘛，休假去了。然后过一会儿又去过男生，他说：“老师，我啥啥啥过敏。”他也休息了。我说：“好久。”因为整个军训团里头就我们几个男生，你知道，在外院全是女孩，就那几个男生。然后教官每次过来批评呢，他又不方便说女生，他就批评我们几个男生。你说你踢的正步怎么踢也挨骂，一会儿过来帽子戴的不对，那我头大跟我没认真戴有什么关系？反正一直挨骂。被过分关注之后，你仿佛有一种羞耻感，就是能不能每次都不要针对我呀？我说我强休息，我编个理由，我说我想休息。他说为啥？我说我必须得休息。他说啥？我对空气过敏。脱口而出，没想太多。哎妈呀，那你对空气过敏，你咋长这么大的？完了又罚站，啊，又罚走正步，又罚这个蹲马步，更丢人了。这是咱们那个男干嚼的赢了。那个，这个干嚼仅限直播间啊，这个直播间呢给大家做了很多错误的示范，啊，说错了很多话，做错了很多事儿，但是有一个事情做的是对的，就是提醒大家要健康饮食。啊，要有正确的生活规律。每年你都立 flag， 也不知道你今年能不能实现。我们对银耳的吃法其实是错误的，哪有家里这样吃呢？边说错边掩饰错，但即使这样，都出胶，你嚼在嘴里也能出胶，真的，真的能嚼出来胶质感。咱银耳好，就它只能选一个银耳中间的部分，就容易出胶了啊。可以选规格，有一罐的，也有两罐的。还可以单买一罐，可以也可以只买一罐这个，39块9，是吧？家里有保温杯的，可以自己买。这个跟之前咱找那个哪个便宜？那个便宜？这个便宜、真的吗？真的。之前卖的大桶那个？对，这个是就是我们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款。我知道你不能用期限词，所以它一罐算下来80克40块钱，相当于一天就1块钱就够了。对吧？因为我们说80克一天2克嘛。是的。懂了，一天1块钱。准确的说39.9，一天不到1块钱。一天不到1块，那你如果自己1毛钱就算了吧。还有杯的，咱们就拍单罐就可以了。对，价格非常划算，39.9。你自己如果有保温杯，你直接单罐卖2罐行了，不为剩下的买单啊，可以。送给朋友可以带个罐啊。对，需要朋友自己拍啊。有朋友说今天送不了免费人机票，那不送了。
不送，没事。哈尔滨红肠，我让他们寄的，过两天找到给你啊。普通的保温杯也行，其实，对，只要保温效果好一点就行。只不过这个杯子的优点就在于，你放两克，它接进来的水可能恰到好处，泡的这个浓度恰好。你那大杯子一次接一斤水，放一勺两克进去泡，发现哎，这不出胶啊，董玉辉，你这骗我呢，不出胶啊，都放两勺。原本吃一个月，咱妈吃成半星期，这个半个月，两星期。就行了。银儿有呢，有呢，大家刷新一下啊。嗯，这个加点牛奶，牛奶银儿跟加个木瓜，啊，广式的糖水，就是这种越式糖水。嗯，买米，今天有米吗？有米，要买哪一个米？自营的米有啊。我从小就喜欢吃甜甜糯糯的东西。和梨煮的呀。和梨。我还见过咱有我们直播间的关注的朋友，他煮的那个梨苹果，就有果香嘛，然后又有这个银耳的黏糯鲜甜。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到手的规格。好。如果大家是只需要一罐银耳，你家里有保温杯，也有之前买的枸杞、灰枣那些，你就直接买这一罐，39.9块就行，就一罐就行了。其实这个是性价比比较高嘛，你相当于只为银耳买单。如果呢你需要这个大小合适的杯子，它泡出来的正好，还有银耳的伴侣小勺，两罐银耳加起来一共109。你也可以买中间这个，上面这个是一罐银耳，剩下的是这个伴侣小勺，都是一样，对，剩下都一样，其实就是一罐和两罐银耳的差异。这个是69.9块，嗯，还配有礼袋，对，也对，也可以送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男的女的都可以吃，对吧？我们不要用食物去区分人，没必要啊。这个卖得很好是吧？大家很需要。对，需求量高啊。我看你们的反应好像这个东西卖得很好，真的吗？真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啊，如果我给我的家人买东西，我也不知道买啥，坦诚来说。就是很多男性，我要替男性朋友们解释一下，很多的镜头前的女性朋友们，大家有时候会觉得你的家里的孩子呀，或者你的爱人啊，他好像不是很会给你买东西，有时候是真的不知道买啥。对，冬天呢，我想着冬天了，没啥吃的，要不给你买上一只羊。真的，我以前冬天就是这样，我说给你买一只羊，哪儿的羊好吃，宁夏羊好吃，我就找以前宁夏认识的我们新东方的老师，我说你们那儿有羊没，他说啊，我同学我孩子的同班同学那家里是有牧场的，买只羊连宰杀带空运一共花了接近3000块钱呢。我妈看着那么大一坨，我妈说你弄这干啥？我这不想冬天你们家里得有点吃的吗？你能理解吧？就是其实我还很花心思，还专门找人问了一整，结果挨了一顿骂。你搞这干啥？就是你不是很会买这种东西，他们需要的是就可能就趁自己意的东西啊。像这个就比较方便，早上上班的时候取上两勺，然后放杯子里接点热水，放一点枸杞，放个黄冰糖。放上俩枣，然后塞到包里。不管你是开车还是地铁还是公共交通，等你到公司的时候拧开，里头那个草本的清香甜糯的口感，然后每天就1块钱2块钱的样子。嗯，一看着这银耳就能想起你来，是吧？嗯，每天的陪伴，每天看着银耳就能想起来你。我孩子真好，给我买的银耳就那种感觉，是吧？我妈好像不太，但我奶奶会。嗯，我奶奶和我平常给我妈买东西，我妈经常回去就往那儿放着那块儿，随手一放，她经常其实是忘记吃忘记用的，经常找到时候就已经过期了，甚至都变质了，好多时候买的都是呢。
就是他的生活呢，因为他还要去地里干活，他觉得我不想这样，我也不喜欢这样，我喜欢自由那种，他也不喜欢穿着太麻烦的衣服哈。我给他买东西，他也很少吃，很少用。但是有时候给我奶奶偶尔买一点东西，奶奶特别开心。奶奶自她的姐妹们，六七十岁的奶奶，今年七十多了，一群老姐妹们彼此分享。她有一种想要，她就是说的直白点，就是她在炫耀，她在炫耀。但是呢，我其实能理解那种心理诉求的，就是她感觉她的一切的需求都在被一个人紧密的关注着。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大家会发现随着年龄越长大，人对周围环境和家人的要求其实越来越低了，你发现没？就你发现一个父母是很少给上面的老人或者下面的孩子说，我今天想吃个什么，我想穿个什么，我想去个哪儿，我想体验一下什么，他是从来羞于去表达他的一些想法和诉求的。所以他一旦被关注了，他就有一种惊喜，他必须要说出来，不说出来他难受。哎呀，我不让买，不让买，非买，就那种感觉，你见过吧？见过。就说明每个人不管年龄大小，其实他都是需要被关注的，被呵护的，哪怕就是一罐这个银耳呢，小到不值一提的东西。哎呀，不让买，不让买，非买。来，香梨。梨啊。梨老好吃吧？这梨长得很特别啊！哎呀，这梨长得，哥拿漂亮点的。这不叫特别啊，这有点，这太真实了，它容易被歧视呀。这样的梨就会在他六七岁的时候，放学回家路上被同村的另一个小孩拦住，说：“别人以前都只说我头大，现在听说你头也大。我与城北东老二孰头大？”两个还站那比了起来，光天化日的夏天，12点放学，你想多晒，站马路边两点比，我头大，我头大，啊，因为那会儿小时候，家人为了保护你的自尊嘛，他担心到自己的孩子头太大，可能会受到歧视，所以他们提前出于一种善意的一种表达，孩子头大有宝，头大是好事，让你小时候以为头大是光荣的，你能理解吧？把那当成了自己不可撼动的一种尊严在维护，啊，逢人就比。比个大小没有意义，咱比谁头大，而你长期获得了一种碾压式的这种胜利的快乐，有一天遇到了另外一个跟你不相上下的人，因为头大这个事情，我一直觉得它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直到后来跟那个人比的不相上下，世界观崩塌了，啊，就像被拿出了鸡笼的鸡一样，原来同一个村里还有这么大的头。大果是4.5斤到5斤，一共几个？哎，5斤到5.5斤是吧？5斤，大概得几个？啊，大果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大果几个可能？因为这梨也太大了。中果净重是4.5斤到5斤 ，OK， 时间差了6块钱，大小不一样，重量上也有差。这个是中果吗？对。这也太没有必要了吧？这是中果，这是大果。中果7到9个左右啊，大果是5到6个。这我估计都不会到5、6个吧，这一个估计都1斤多了都，这是中果，然后这是大果，这没有这个必要吧？他俩之间差异这么大，非要把姚明跟董宇辉分到一组吗？非要这样吗？不是，我们就没有温和一些的处理方式吗？他确实是我刚看了一下，哎，别说我可能在头大小上也不输他，对，硬刚，感觉，所以大果吃着爽，但是如果。啊，非常多汁，还甜，是吧？大家看自己的需求，有时候太大了，确实也吃不完，吃到最后吃的难受啊，吃出负担了，对。小时候我们家有果园嘛，大苹果，长辈的留着给我们吃，让我们上学去拿。哎呦，那苹果吃一路，到学校都没吃完，最后都吃不动了，对吧？咋还吃个这还要给静静？啊，确实挺甜的。对，这梨是一个杂交的一个品种。玉露香梨。库尔勒。库尔勒梨，嗯，新疆那个梨。对。
父亲是河北雪花驴。啊，这是山西那个玉露香，应该是山西隰县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隰县，我们之前卖过山西隰县的这个玉露香梨，种植的比较多。然后呢，因为气候的原因，所以山西特别适合种梨。是的，是山西的，是吧？秋高气爽，然后昼夜温差变化特别快嘛，所以它就比较容易堆积糖分。不是，这个是隰县还是隰县？山西有个地方叫隰县，就是隰有长处以挪其之那个隰，一个耳朵旁，那个字比较复杂，就是表示低处的湿地啊，那个汉字儿。牛奶的日期都是一月十八号以后的啊，然后保质期六个月，所以你很快就喝完了，不用担心这个。哎，评论区有人打出来那个字儿了，很好。我们可能在四月多是要去一趟山西的。对，对。然后，这是，年后有一次去于老师家，于老师聊到了山西，一开始就是山西的。有关部门呢在联系于老师，希望推广一下山西的旅游，可能是，所以于老师当时说到时候看能不能找个时间让我跟他用看世界的话去山西走一趟。因为大家如果要知道这个山西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很多非常经典的名著他所讲的故事，对吧，或者一些历史典故其实都发生在山西啊，从晋北到晋中到晋南全是故事。哎，牛奶，大家自己去拍牛奶，我给你讲山西啊。你比如在山西的北部大同有云冈石窟，那其实是北魏时期到现在，对吧，那非常悠久了。然后呢到什么，到朔州，我以前给大家讲汉武帝主动出击迎战匈奴马邑之谋，讲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山西朔州，我以前去那儿讲座过很多次。新州有五台山呢，大家知道新州，对吧，有雁门关嘛，雁门关以北那以前就是很多时候少数民族活动的地方，大家知道这个乔峰爸妈在雁门关被害，讲的就是那个地方。你往晋中的像，比如说再往南一点叫太原，对吧，那我们讲那么多知名的诗人都是来自太原，姓王的，对吧，太原王氏那是贵族呀，名门望族。然后你再到了临汾，那可全是故事，大家知道红桐县大槐树，对吧，知道卫子夫啊，卫青霍去病临汾人。临汾还有个山西隰县黄河壶口瀑布，对面是陕西嘛。到了晋南，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运城那么多的知名的诗人知名的典故全都是在那些地方，所以山西其实是一个文化底蕴相当厚重的。而且每年一到了冬天，好卖货，大家如果家里烧着暖气的时候，山西的孩子经常会写这个十四省份燃烧是我的故土，工煤大省啊。插个广告，卖这个牛奶啊，114.9元，115能够买走24盒的纯奶，加上10盒的酸奶，所以一共34盒。你用115除以34，一盒算下来是3块多吧？啊，就是普通牛奶的价格买到优质牛奶的这个品质。那优质牛奶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蛋白质含量，一般情况大家买那个是3.2克或者3.3克的居多。这个呢，当然大家都熟悉，3.6克优质乳蛋白呢，对吧？最早广告就是他们就是这样讲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相对来说钙含量也很好，钙含量120毫克，因为大家很多买那种钙是110毫克的。然后再有一个其实比较重要就是他们的这个牧场，因为选的牧场比较好。大家知道其实不管是在肉啊还是奶这一方面，我们国家实际是大量依靠进口的，这个可能跟很多人的预想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地大物博，但实际上因为人口众多，肉是大量依靠进口的，牛羊猪肉都在依靠进口，啊，然后呢，鸡蛋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全国大概有多少只鸡呢？有多少人口，基本就有多少只鸡，平均下一人一鸡，所以全国的总养殖的鸡的存栏量应该在14亿左右，都会上下波动。比如这一两年亏钱了，有的厂子不干了，鸡存栏量下降的时候，鸡肉鸡蛋一涨价，又有人养，它又会涨上去。所以市场其实会调节，虽然滞后但会调节，基本上一人一只鸡，14亿一只鸡左右
啊，薛小鹏自己拍，这个抢完了，有朋友说抢完了，大家刷新一下，给大家加好了，加好了，对，3块多，就普通牛奶的价格买的优质牛奶的这个品质啊，钙和这个蛋白含量都比较好。当然在牛奶方面，大家也知道，一般情况下要特别好喝，其实就是一般短保10到15天短保那种产品，它当然也贵，嗯，也贵确实，因为它不用这个比如说它要高温煮那种哈，它的加工，总之它的加工我具体不是特别清楚，我们最近也在了解，它加工的方式上略有差异，所以一般短保的10到15天牛奶，物流也是问题，对，那个一般就在物流上浪费太多时间，但那个牛奶是真的好喝也浓，啊，然后接下来这些牛奶呢，可能就是大家选，一般来说大品牌的相对来说的品质有点保证，还有一个就是蛋白含量，其实就看蛋白质含量和这个，钙的含量，像牛奶的菌落这些。国家有国家标准啊，国家标准相对来说它是符合这个阶段的全国的生产能力和大家健康需求的，它要取一个中间值啊。4000单，对，对，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自己去拍就行。当然我之前也给大家分享，其实农业走到背后呢，其实很多东西，嗯，还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我刚提到的猪啊。咱现在吃的猪肉，虽然我们直播间也在推荐黑猪，对吧？土猪，但实际上，全国98%的生猪的存栏都是白猪。这个白猪有3种品种，第一个是丹麦的，第二个是英国的大约克夏猪，第三是美国的。这3种白猪种猪都是需要进口的，一只大概在3万左右，空运回来，它回到国内只能繁殖大概4年左右。这就不行了，得再换，所以这是说嘛，这个芯片是高科技，但是农业里头也有很多的关键的这个因素啊。刚提到比如说山东潍坊，大家知道潍坊的蔬菜种的很多，其中有很多的蔬菜品种是需要从世界各国进口的，美国的、日本的等等，有的那种子1斤几万块钱的种子，西兰花，大粉吃的西兰花种子是要靠进口的。1月8号的，对对对，需要朋友自己拍啊。当然这些是有历史遗留原因，比如说过去我们的发展历史毕竟短，现在呢随着比如第一个你资本必须要关注，没有人投钱永远发展不起来，第二个说大家这种意识的觉醒，不能说凡事最后全部得靠政府解决，那太难了，如果这个行业它慢慢发展好的话，其实它就越来越好，因为牛奶背后也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啊，大家知道现在好些的奶牛品种也是靠进口的，猪牛鸡鸭基本上全是靠进口的，徐小鹏自己拍啊，好的，放到2号链接，放到2号链接，徐小鹏自己拍啊，对，生产日期1月18号之后的，保质期6个月，保质期6个月，放心购买啊，嗯，刚刚卖了3000单，卖了3000单，有朋友说鸭还需要进口，你现在吃的北京烤鸭95%以上都是进口的鸭种，就是它是在英国培养的鸭子，但这个鸭子最早也是从中国带出去的，就是大概在19世纪的时候从中国带出去一些鸭子，最早带到美国，然后英国人再从美国带回欧洲，然后当时那个鸭子就是比较肥，长得比较慢，他们经过好几代的不断的这个育种之后，让鸭子长肉长得快了，相对偏瘦一些了，然后他再把它卖到世界各地，当年这个鸭子在中国卖的特别好，有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当年撒切尔夫人访华，然后那个鸭在中国就非常受欢迎了，实际那最早也是从北京早期带出去的鸭子，所以大家知道在这上面的育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转一圈回来它就非常贵了啊。需要的朋友自己拍啊，这个番茄，哎，这是老朋友，我老朋友的山桃太郎的番茄啊，粉番茄，它这个回家如果大家想吃这种口感比较好，口味比较丰富的话，稍微放几天它就软一些了，其实讲这些知识可能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是我也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去聊，就是农业大国不等于农业强国，感觉到难受是对的，我也感到难受，所以这个农业方面的发展还是要靠很多人前赴后继的，打嘴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网上喷这个人喷那个人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其实还是要实干的啊，实干兴邦呀，各位朋友们，需要的自己拍啊，我们可以现场再摆一下，啥再
再扒一个，扒这么多又不吃，吃，我们吃，你们吃是吧？嗯，行，那你先拿这个先吃了。真的呀、啊？好啊，你把那个先吃了，我再扒这个，要不然。三千单，我们到手是15个左右啊。到手十五个左右啊。没错。是吧？咱直播间有个小伙儿，那个叫旭东，嗯，河南信阳的，嗯，信阳就有个企业，就是专门做鸭子的，很多炒股票的朋友大家可能知道那家企业。那企业就是最早当年撒切尔夫人访华之后，那个鸭品种引入中国，他们就有很大的企业，就开始养那个鸭子。但是后来，故事也有很多让人感觉开心的版本啊，比如我举个例子。进口没事，我把这个马上说完，这个故事马上说完了，不影响。我觉得直播间朋友没有那么玻璃心。后来那一家英国育鸭那个企业被中国企业收购了，整个买的，啊，就是在鸭子育种方面现在不用担心，因为咱把那个企业买了，啊，一个中国企业把那个买了，但是不能全靠买解决问题，有的东西它是不卖给你的。喂，你看，确实很以这种粉状的感觉啊，大家看一下，哦，看到没？你收到颜色偏浅是正常的，为什么不给你发那种深红深红的呢？如果在树上就已经红了，送到你家里绝对就烂了，嗯，因为路上它得颠簸呀。路上得颠簸，所以就容易烂啊！你这个想要吃它软一点，酸甜度高一点，放两天就好了。只有2000单了啊！我放到2号链接。有个电影说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个让番茄熟一会儿啊，给番茄几分时间。别着急啊，给他一些时间 ，spare some time to fully ripen， 让它充分成熟。这个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自营的意面，给。意面好多啊，看起来。这是一份的吗？对。是因为水泡浓了吗？没有。那为啥显得这么多呢？咋这意面不就这量吗？是吧？这个给个第三镜头的，我不知道还用玉米粒和青豆儿、土豆儿，这个这胡萝卜摆了一个很好看的样子。这看起来80了。特别扎心的。对，这样一摆盘就贵了，是吧？对，你知道用个超大的白色的盘子，旁边再用黑胡椒酱或者番茄酱抹那一下，放一个薄荷叶儿，是切上半个彩色的cherry tomato， 就是那个叫啥？小西红柿，米其林，188，对吧？把装盘拿捏透了啊。啊，算一算是吧。我有一次特别扎心的这个经历，就是在直播间，我说，哎呀，我感觉这个意面太多了，吃不完，要求产品经理把这个面减少点，料多放点。我刚说完，然后评论区一圈评论上来说，我孩子今年六年级，根本都吃不够，要求加量。小孩确实，孩子长身体啊。有福气啊，这孩子。咱推荐个口味呗。推荐个口味哈。四个口味都好。我推荐。黑胡椒牛肉吧。好。嗯、行。辛辣感。还有1995单黑胡椒牛肉。对，就是你这黑胡椒咬破了之后，那种辛辣感会让人更想吃。因为抖音平台不允许说那俩字嘛，就是辣的东西往往会让人开心的胃口啊，能理有意思吧？就是自己人就会更想吃。你像吃火锅，为啥越吃越饿呢？你发现没？嗯，对，它会让你越来越想吃啊，开心的胃口。不辣的话，番茄，我推荐番茄，对，番茄只有1000单，就是浓郁的番茄。这种香一定是在阳光明媚的季节里才会有，对吧？阳光明媚、万物生长的季节里，
你回想到的很多事情都跟美好相关，啊，充斥着一种饱满的生命力，啊，让我更加回忆到小时候，傍晚时分，母亲带我去自家菜地里臂弯上那个竹筐里满满的一筐番茄，啊，饱满硕大，充满汁水，酸甜爽口，梦回童年啊！我番茄库存不多，放到二号链接。二号链接。这个，最近家里应该又脏了。最近家里应该行。大家导演说，大家家里可能厨房最近又脏了。对，都去看看厨房吧。看看吧，把那灶台、油烟机下面看看吧。还不擦的啥呢？还不擦呀？啥时候擦？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厨房炒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的厨房确实需要比相对来说西式厨房的清理频率要更干一些。很多人早些年，你知道。装修风格流行的时候，很多人做那种开放式厨房，一顿辣子炒的，哎呀，家里呛一晚上。后发现了没？啊，后来的总结教训，千万别开放，开放啥呀？最好关厨房里一个人炒吧，自己喜欢吃辣子，自己炒去。啊，这个大公鸡呢，它不仅可以清理厨房，然后呢，像衣服上非常难以清理的这种顽固污渍。也可以用它啊！不瞒大家说，我还试过，也不瞒大家说，它效果真的还挺好。真不错。你看，你给上面涂了，这是啥？那个是酱油汁儿。酱油汁儿。酱油跟那个油混合的那个汁儿。酱油跟油还有混合的汁儿。调配了一下。哎呀，自打呀。这是。这确实有点脏了。能不能洗掉？复杂问题，简单处理啊。哎呀，翻车了，洗不干净了。换下水，干净了。啊，需要多搓几下。多搓几下。嗯。但是纯棉的东西有个缺点，就是你搓的久，它容易变形。嗯。是吧？对。嗯。而且也会有缩水。纯棉的东西都会有缩水啊，这个正常。一般会有一个行业规定的这个缩水的范围。很干净，很干净啊。还是能看到。嗯。我估计这个接下来你需要。再投一下，是吧？你闻那个味儿了，很清香。对，就是干净的味道。导演，你再给大家找一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浴室有一个隔挡的玻璃，那个玻璃长的时间上面会有很多的水渍。其实不是脏，它是水渍。但那个水渍其实很难处理干净，可以用这个，但这个完了一股味儿。你说的是那个浴室器，很刺鼻，对。那个我们得好好找一找。嗯。我经常拿它洗。但是可能就有你味道比较刺激嘛。对，先买这个。你找一找那个，我们去找。嗯，但是那个需要时间，我们要测试。好。还有一个百洁布啊。啊，还送个百洁布，这是我前两天写的笔记。忍心擦吗？不忍心换一个。观念导致对立，导致强弱对立，这是无解的。就是那天完聊了之后，让我觉得很绝望，你看。啊，老师直接说这是无解的。但文学刺痛你。痛苦所以清醒，清醒并思考着，看到恶生理不适，因此反对恶，呼吁善，所以悲剧最终让人向善。这是那天晚上采访当时写的。这个倒是三瓶啊，你看这个黑色自动变成液体往下流，能发现没？你看，当然，黑板本来就比较容易清洁。我是拿它试过，有一天出去吃饭，这个油渍溅到衬衫上了，然后晚上回去，我用那个大公鸡喷一下，清理干净了。虽然你感觉我穿的好像是同一件，但其实我每天都换。我们小白鞋也可以擦，浴室里的马桶也可以用，厨房的油烟机可以用。对，尤其是很多厨房那种白瓷砖，它时间长，那上面那种油烟其实很难处理。我想到一个点，你那个汽车的尾气的那个味儿，那个烟管那样，啊，也可以用喷啊，排气管。对，车的那个尾气管。你清理车的排气管干啥去了？那脏啊！
你看来你是有洁癖的，洗车爱好者，哎，真的有这种人，我就是，但是我也不会清理排气管啊。嗯，有朋友为什么今天才八万人？才八万人，你都不看冬运会多长时间了，还要求每天十几万人，太过分了啊！本来就是昙花一现啊，还把这当成日子过。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是六必治的牙膏，改善六种口腔问题。给他看就行。对，这写的。啊，对，我现在也不能读了。对，万一他出意外又连累我。对，每次上热搜都把我头放上面。东方甄选 CEO 回应，结果截图放的还是冬运会。骂一声冬，骂一句冬运会，这个鸡犬升天。有个专利证书上面写了一行字。来来来，专利证书上面写了啊，嗯，这是商家说的，跟我毫无关系啊。产品是经理选的，跟我毫无关系。我就是打工人，没办法，我还想当老师呢，我不想买货啊，要不是山重水复，咱这个得报。出此下策，规格39.9块这么便宜？对，39.9块牙膏一共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个，然后这些是啥？加上45克的五个，这是啥？也是牙膏，也是牙膏吗？益生菌啊，这个是益生菌的牙膏。还没完，一二三四五，11个一共，啊，一共11个，39.9块，39.9块行，真好，嘿嘿，39.9块一共买走11个，算下来一个大概3块，就是它不是那种超大的，这个是大概多少克的？120克的，120克的4个，那种大一点的是180克，那个比较长了。OK， 有120克的4个，100克的2个，剩下的这个是45克的，一共有5个，加在一起39.9块，其实挺便宜的。旅行果都给大家配好。六必治百年果货。对。啊，出差带这个是吧？像咱们出差就可以带着。对，你一说，我反应出来，每次出差去酒店里都是那个特别小的牙膏。对，我发现好像你发现酒店如果品质不一样，它床垫会不一样，它那洗漱用品可能不一样，但是牙膏好像都是那个小的，都是那个，而且品质都很差，刷到嘴里有一种那白石灰刷牙的这种感觉。搓呀，发现了没？发现了，硬搓呀。啊，当然也不建议用太多的一次性用品，如果你自己带，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啊，用太多一次性用品对环境也不好。啊？还有900单。咋了？对吗？没错啊，没错啊，没错没错，好好好好。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这是个啥？啊，我确实平常也没吃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在这个应该也能吃吧？还有虾。我不吃虾就行了。这口感挺好，哈哈。对，相当于连玉米其实都吃了。你见过除了这么小的玉米啊，还有这么小的就跟包菜一样，你见过没？就这么小的。还有像那种笋瓜一样这么长的，我不知道它叫啥。我16年原来在温哥华当时学习的时候，有一天就特别想吃中餐了，因为在那连续吃几天那个我受不了，然后走到一家叫 Sichuan Noodles， 四川面，盖浇饭，我说大夫盖浇面，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嫩大一盘，结果我发现它跟我们在国内吃的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用番茄酱炒的一大盘面，然后上面就放的这个小玉米，小的那种包菜，小的那种像笋瓜一样的那种东西，就一盘上面全是那种特别小的那种迷你蔬菜，然后淋上了很厚一层黑胡椒，告诉我 ，Well, Chinese food, I think you're gonna like it.
This is not Chinese food, okay? We don't eat that. 咋了？我们说一下这个叫啥？好好好好。它叫玉米笋。叫玉米笋，五斤装，19.9元啊。好东西啊！好东西啊！哥，这是你扒的吗？啊，不是我，他给跟掰了一半了。我感觉这玉米包子都能吃，你知道吗？很嫩哈。对，很嫩。是吧？很脆，很脆。我估计它大概率如果煮熟的也能放沙拉里的。那个可以尝一尝，那个是我们炒的。还挺好吃的，脆脆的。有朋友问这到底是玉米还是笋？这是玉米啊！哎呀，我刚不应该吃这个虾，我嗓子开始痒了。快给我水让我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失态了。香肠啊，香肠，烤肠，芝士味的，黑胡椒味的，还有这个，哎，咱还出了个芝士玉米烤肠，这啥时候推出的？这里头有猪肉、鸡胸肉、水、芝士、甜玉米粒儿、糖、盐、香辛料，也有水分保持剂呢，天然肠衣，但之前给大家解释过，水分保持剂其实对人体没有什么影响。没事，就是嗓子痒，不影响，不影响，没事，我没吃，应该不影响。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是我的决定，不怪你们。大家说有这么邪乎吗？你身边有没有对某种食物过敏的朋友？可能有时候就是反应比较快。这个就是有玉米粒那个是吧？对。给我尝一下，给我一个叉子。好的。好，给这儿可以多准备一些那个刀叉，嗯，有东西比较方便一些。OK。嗯，确实加了玉米粒之后好吃，有玉米的香。有几种食物的味道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而且让你感觉到心情愉悦和轻松，玉米的清香。那年初秋，自己家地里的玉米煮熟了，那个香气从厨房的窗户里飘出来。玉米、黄瓜，你发现很少有其他东西跟黄瓜的香气像。西瓜和水蜜桃，你发现就是生活中一些很常见的东西，它具有自己独特的香味，而且别的东西很难复制。哎呦，嗯，哎呀，没事，没碰衣服。没事，我刚没吃下，可能只是沾了虾的汁液，有点痒，一会儿就好了，这个不严重，没事。嗯，他们说喝点牛奶有用吗？我们试试。试试。给我一个。来呗。玉米粒的这个如果没有吃过尝一下，芝士玉米烤肠，芝士浓郁的香，
肉的 Q 弹，满满的肉汁，然后再嚼到玉米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哎呀，太满足了，太开心了。我一盒是八根啊。啊？一盒是八根。一盒是八根。你朋友说想吃绿豆糕，记一下。哎，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吃过一个小小的黄色的盒子，外面包了一层，就跟烟盒里头那个锡纸一样那种绿豆糕，你们吃过没？哎，吃过，就是一颗一颗的那种小方块。对，六颗，它 一包有六颗。找抓一下，抓一下，抓一下。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只要好好找，肯定有。不好意思啊，没事。铁棍山药粉，沁阳的，河南沁阳。这个今天快卖光了，现在只有1000单了。这也是好东西啊。只有1000单了。嗯。里面有22条。我下午导演在跟我对这个产品说，我觉得我说这个东西不受大家欢迎吧，你要不换一个？结果导演纠正我说，他一直卖的非常好。非常。是吧？我从导演刚才非常严肃的非常好逐渐体会了他的受欢迎程度，就是他怎么会受欢迎呢？山药粉啊，这个连我妈都在喝，是吧？他为什么会受欢迎？他哪一点受欢迎呢？我妈也在喝。甜香好吃，就你无法理解，就像有一天你看董宇辉，你说他受欢迎，为啥呢？长得好看，声音好听，还是能唱会跳，这为啥受欢迎呢？费解，你知道吗？肯定是资本捧红的。人对于自己无法理解的现象，最终一定能够找到一个解释的原因。资本也是造了孽了，捧我。我们这个到手110条哈。到手110条。一共是110条啊，就相当于能充110杯。充110杯，然后现在是139块钱，是吧？对。啊啊！一盒70。平常178，今天139，三盒。5盒。一共5盒。还有2盒喝掉了。啊，5盒。啊，我看这只有3盒。行，5盒。朋友说：“图你啥？图你长得帅。”哎呀，我能理解你这个善良。只有1000单了。只有1000单，但是我还是提醒你，我真的长得不好看，我不能误导这个孩子的审美。啊？帅的。哎呀！哎呀！哎呀！就是发自内心的，我听出来了。哎呀！哎呀！铁粉儿。从小长大，只有我妈会说我帅。你能理解，就只有你妈夸你帅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真的不帅。啊，但是她很坚定。咋了？我孩子这脸方方正正的，对吧？国字脸。我说现在哪还流行国字脸？她说肯定可以啊，方方正正的。只有300单了。形容自己孩子的脸方方正正的，300单了。行，刚拉开了，我刚拉开自己看了，没给你看啊，拉开自己决定，他可挺好的啊。一盒是22条啊，22条，对。啥？真的是吧？太刺。导演一直在反复跟我强调，他非常受欢迎。嗯。就我对山药粉的受欢迎程度感到费解，就像一个现在，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有刚进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出于好奇啊，我看这个直播间每天挨骂，出什么挨骂，点进去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董宇辉这么喜欢呢？费解，凭什么呢？肯定是公司花钱运作的，肯定是资本捧的啊。哎呀哎呀。行，好，三个都拉一遍，啊，你猜这三盒一样不一样？你猜一下，应该是不一样的吧？你猜，应该不一样。哎，他还一样，
您猜这第三盒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真的。第三盒总该不一样了吧？我猜也不一样。一共只有三盒，前两盒都一样，第三盒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会这样啊？哎，兵不厌诈呀，还是一样的。你到手是五盒啊！大家说，不要脸，不想卖货可以不卖。哎呀，咋了嘛？这是。刚加了400单啊！那还翻脸呢？不要脸，不想卖货可以不卖啊？只有这400单了。好，行。行。这估计是。一百一条，刚刚那条估计我妈发的，不要脸，不想卖货可以不卖。一共有三盒，大家猜这三盒一样不一样的？啊、大家收到是五盒啊。对，五盒。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直播间的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能够敏锐的替我预测到我妈会发脾气了。你知道现在很多直播间有时候剪我的视频吗？那种翻车视频啊、自恋视频啊什么的，然后下面就有评论。就是什么丈母娘提着棍已经在来路上，亲家母提着棍已经在来路上，就是大家现在这种判断已经非常的敏锐了啊，就他知道这个话一出肯定要挨骂，你懂我的谨小慎微，都是泪啊，嗯，自己拍吧，放到二号链接啊，放二号链接，买了得喝呀。啊！你买回去不喝，就往那儿放那么大一堆，啊！结果你们家女儿回来说，又从董宇辉直播间买东西，买那么多你吃了没？加深了他对于我的误解。结果我就更不太可能了，对吧？那个山药粉已经快没了。山药粉快没了。徐小鹏自己拍，嗯，这个书架我刚看到有人说要推荐书架，导演赶快去找。我周三播，我周三播的时候就要要。什么样的书架啊？周三啊，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结实一点的，美观，结实美观，然后实惠。嗯。然后相对宽一点，就是它的那个不要选太窄的，太窄的。孩子走过去，书架重，孩子稍微一碰，可能就倒了。最好宽一点的，能理解，就是它深度进深深一点的，它就不容易倒。嗯，宜家里头不是有些书架特别薄，就容易倒那种，不要那种，你懂我意思啊？记一下。这个还没讲。这个还没讲。我现在嗓子已经开始吞咽困难了。你再喝点牛奶吧，是吧？没事，这很正常。你再喝点。对，还有磁力棒。再喝点。我没吃，所以他应该就直接反应，他不会再加剧了。我有一次跟朋友吃饭呢，跟另外一个人聊天呢，然后这边一个人，他出于好心给我捞了碗里一些虾滑。你知道，就是很多的，就是我妈担心我的生活能力有多么低下，是真的低下。就有的男性真的无法照顾自己啊，他真的会把自己养死。我就在那低头吃，我发现我说话就成这样子，我就说不清楚了，然后嘴唇开始痒，牙床也开始痒，嗓子眼也开始痒，身上也开始痒，然后我他说虾滑，我吃了一碗虾滑，我都不知道，完了就肿得特别难受，第二天眼、嘴唇、眼睛，都咽不下去东西了，最后都。这，但是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平常吃，不管是黑虎虾还是在那白虾，就这么大的，我就是吃不成。阳澄湖的螃蟹，哪怕半斤的都吃不成。但是如果那种海里头大螃蟹，你直接取出来只有肉不碰壳，就没事。所以他们最后说我是个富贵病。63.9，一共多少包？40包。挺好听，哎，这个纸质量看着能精致一点，三层的是吧？呸。三层也是白搭，遇到了我这样的人，哼，呸！这个纸在小时候很好啊。这纸在小时候，妈妈说你们兄弟几个要团结，这样就不容易轻易被人拆散了。呸！还是没有遇到强势的对手。呸！自己拍吧啊。好，
小时候这个 我妈跟我说团结就像筷子一样，她也估计也是从电视上看的啊，你们兄妹三个人团结就不容易这个啥不容易被怎么怎么样拆散什么，说你看筷子一个我妈叉掰断了三个，你看妈就掰不动，然后有一天我好奇我爸你掰三个筷子爸哇掰断了，你看这还是你找的这个透水性很好啊。当然呢我也给大家说这个纸不用追求那种真的撕不开的，对撕不开的那是不不，我给大家讲的啥，就是因为纸它是需要用大量的木材或者是一些要这么白的纸，大概率都得木材了哈。你平常用纸大概率就是擦个东西对吧，它只要不是那种劣质纸，只要对皮肤没有刺激没有伤害，也不至于说擦完之后缝了水脸上全是白纸屑那种就行了，就这种就可以了，倒没有必要买那种四层的然后就是始终撕不开那种纸。就像你洗洁精破了水然后也能把锅洗干净的时候，就不要直接挤原洁精，因为你毕竟做还是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啊，你理解我意思吗？没必要，性能已经过度了就那个意思，它就是个纸它又不是床单，你还要叫它撕不开你何必呢，最后糟蹋那么多树，没必要啊，就这个意思。我时常是不能理解的啊，对，因为我看到一些广告啪啪啪啪撕不开，你说它就是个纸，你为啥要求纸撕不开呢？纸可以撕开，只要它对皮肤没有伤害，然后呢不至于湿了之后掉那些纸屑就行了啊。它性能过度有时候都是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葵花籽油，这个葵花籽油的有一个优点就是富含维 E， 然后呢零反式脂肪酸，另外它富含高油酸，在生活中，哎，他把那个纸给我拿来没？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吃的这些油呢，其实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油呢它是高这个 Omega 3， 有的是高 Omega 6， 有的是高 Omega 9， 就是不同的油它里头所含的这个油酸的具体种类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 Omega 3和6可能在饮食中比较容易获得，但 Omega 9呢相对难以获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以前经常大家听到这个包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也给你提到说要换油吃，油要换着吃，有的人呢可能从这个油换到另外一个油，但换了一整都是高 Omega 3的油，你能理解吗？那还不如不换，就没有区别了。就是膳食指南里头所说的这个换着油吃，是可能某一种油是高 Omega 3， 有一种油是高 Omega 9， 这样换着吃。我给大家找一找，我今天还让这个是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头找到的。然后为什么这个葵花籽可以高油酸呢？品种种子就不一样，所以种子不一样它种出来的自然就不一样。诶，他下午给我说了一个，我要求那个他不知道给我打印出来吗？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比如现在有高油酸的花生油啊，高油酸的这个其他的油，其实也有高油酸的菜籽油，但是菜籽油里头比如说含芥酸比较多嘛，那个对人体其实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高油酸的葵花籽油，然后它的种子是进口的，所以这个能种出来这样的特点。还有一个大家会看到上面这个软的这个，就是这个首先这桶油里头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设计，根据我们时常比如我们做饭就是喜欢炒就是喜欢炸对吧，尤其你看吃川菜那厚厚一层油才香呢对吧，对，就是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呢但是第二个呢比如说常吃的几种油里头，但是 Omega 9又比较少获得，什么油中 Omega 9比较多，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山茶油，但是一说到山茶油大家是不是都印象中它价格都比较高啊，第二个橄榄油 Omega 9也比较多，然后再有可能就是这些比如说它从种育种阶段就确保它高油酸的这些东西了。除了刚才我所说的常见的山茶油和这个橄榄油以外，其他的油可能在 Omega 3和6上比较多，但 Omega 9确实难以补充。
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含欧米伽九比较多的。然后大家以前可能也听过一种说法，董宇辉以前给大家科普过一个叫做地中海饮食，其实就是油酸里头富含欧米伽九，然后相对来说你看他们生着吃菜很多比较多一些，少过度的油炸煎这种，然后呢吃白肉多一些，所以这个地中海饮食曾经作为营养学的一种现象被大家提出来过，就是会长期来说你的对人体的健康，尤其是很多 you know blood veins 对这些都会比较好，因为镜头前不允许说那个功效。然后为了方便这个油比较好取出来呢，我给大家看这个桶上，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塑料它是能压下去的，压下去之后你拉它还能弹上来。这个材料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每一款自营品其实在推出之前做过大量的试验，这个材料有国产的，就是偏硬不容易压下去，然后或者压下去不容易拉上来，然后我们选了一个相对柔软一点的，这个是德国进口的材料，就是它就成本会高一些。所以其实很多农产品你要最终呈现在大家面前是有经过很多背后的这个环节去尝试的。那天我们在那儿直播的时候为大家试了一下那个炸馒头片，很多朋友特别喜欢，高温长时间油酸这个油烟还比较小，这就是这个油的另外一个特点，因为它烟点比较高，所以来说油烟就比较少，厨房里长时间的炸炒这个油烟太大的话，其实对人的伤害比抽烟的这个伤害要大很多了。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爆炒唰的一下下锅，那个油烟起来那个 PM2.5 经常是几百的值，就可能比雾霾天的那个伤害更大。所以大家不能理解很多经常做饭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不抽烟为什么会得肺上的疾病，其实跟那个也有关。需要的朋友自己拍啊，这个119 2.5 升这一桶，对，我们平常吃的油里头欧米伽6比较多一些，比如大家所吃的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这些油呢其实都是欧米伽6多一些。那为什么这个葵花籽它欧米伽九多呢？是因为特殊研发的品种，啊，油酸含量高达82%，大家这也能看到，而且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那维生素 E 都有什么用？大家都知道，很多女性会专门给自己补维生素 E。然后另外呢，比如像这个平常的山茶油或者是这个橄榄油，其实价格都偏高了，所以这个油对于大家来说生活中还是比较好的。但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不管什么油都是经常第一个换着吃，第二个合理控制这个油的摄入量。一般来说高油高盐的东西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好吃，比如快餐 对吧，大家都知道你去吃那个炸鸡翅为什么香，油也高盐也高，它就是香，因为人身体在漫长的进化史中是非常脆弱，容易缺乏能量就饿死了，所以对糖对油这些东西都出于一种天然的喜爱，但是还是要合理啊，什么油吃多了都不好。对，我们这个是证书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检测完了大家可以放心。买力的。对，很多朋友那天比如我们在这个鸡蛋厂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说啊，我们关心的其实更多的是这个鸡蛋的健康，比如说这个残留呀这些我们每次在讲的时候都给大家展示报告，以至于后来觉得都没有必要了都啊，反而那天很多朋友说希望了解那个，所有我们的自营品都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检测报告。对，各种东西都没有，各种检测都是合格的，所以请大家放心。这个在产品详情页里是不是也有？有一部分有，因为有一部分有这么多，就是比较关键的几个里头绝对是要有的。嗯，早餐哈，一说到葵花油我经常会想起用北方然后关中平原的土地上，这个季节正是油菜花开放的时候，万亩良田，然后那个黄灿灿的花飘来，这个油菜花的清香，蝶风飞舞的这种感觉其实很美好。然后到了这个夏天，就是种玉米那个季节里头，就会种葵花籽。太阳晒的时候，这个叫油葵啊，其实叫它的头就像大家看到那个向日葵一样，但比那个头大一些，籽更饱满，一盘盘头始终面向着太阳。他眼睛里看到的从来都是光芒万丈向着太阳的植物。小时候我印象深刻，我们家种的这个葵花籽呢，它等熟的时候就要用个棍儿把里头籽给敲出来，这个柄一敲籽就掉出来，晒干然后去榨油。有一年呢这个下大雨，跟母亲约好，因为大家都要榨油，所以你约好那天你必须得去，跟我妈妈去榨油，拉一个木架车，
农村的孩子知道那个木匠车装着几个袋子的那个油菜籽儿，这个葵花籽儿，然后下雨了，仅有的一块油布把它盖在这个籽儿上面，因为它一旦湿了就榨不成油了。所以妈妈其实淋着暴，跟我淋着暴雨，从我们家走到这个当时乡镇上有一个人家里榨油，榨完了之后拉着几桶油，然后妈就说你今天很辛苦，但你很棒，因为你也没有抱怨，我也没有抱怨。然后回到家里就拿新榨出来的油炸了很多的这种油炸的东西，奖励自己的孩子嘛。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家庭可能能吃的东西并不多，好吃的东西也并不多。这个油大家拍一拍啊，是我们的一个新品。对，需要朋友自己拍，按需购买啊。这油香味已经出来了。对，小心啊。可以了，这个温度。因为它烟点比较。哎，这个看起来很好吃。你没吃过吗？有盐没？盐。哎呀，是不是需要蘸白糖吃？对，我们把它酱。蘸白糖？炸毛肚片。对啊，油炸的。你们那是蘸白糖吗？尝尝。别吧别吧，你找点盐。是你说这个蘸盐吗？就是最后上面撒一点点就行了，啊、有味儿就行了、哦。我们看看有没有啊？你们是蘸着吃？啊，蘸撒着白糖吃。有蘸那个炼乳的。炼乳对，嗯，糖，炼乳没有。快快，盘子油温有点高了都。那个、啊，在这儿在这儿，再不加就。哦，这就好了。对你只要颜色一变就行了，这个都有点炸过了都。这是相当简单的。油温高了，同时多放一点就好了。迅速，不用不用，手上一点点就行。好好好，已经足够多了。不用太多啊，盐撒一点点就行。你得这样撒，你得这样。就是那个牛排的那个人是吧？你不能这样，这样。撒盐哥那种，这样。够了够了，再弄就。你发现我炸了这么久，这个油仍然没有很高的烟，发现没？是的。其实这个跟工艺有关，我也得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如果油想要烟点高也行，但是就意味着它提炼程度要高，提炼程度高的时候，油烟小，但是也不能让它一直越高越好，因为高的太高了，营养就会被破坏，能理解吧？所以人要在营养和这个烟点中间取一个均衡。这个两百度已经很好了，就你家里平常做饭什么的也足够了，然后再高下去可能就会破坏它的营养，所以也不是说烟点越高越好。来看一下，对，你看同时放的多了，油温降下来它就又白了，一炸是不是很香？你的身体从它进化至今的这几百万年里头，它对脂肪摄入是贪婪的，所以你发现油重的东西都香，川菜对吧？啊，你说湖南菜对吧？对对对，啊，我以为你说吃的香菜呢，盐水。河南人把那个叫盐水，其实它古代的名字就叫盐水。咱要不油需要的朋友自己拍啊。如果你是在这个城市里头生活，然后你平常对油的需要的量，你等一下，这没炸完，你别糟蹋，这给我磨片，你给我把油电插上。不行，现在温度一低，它就是炸时间长，它油过多了就不好吃了。对，得插上。对，好了。等一下，我把这点炸完，马上，别捣乱。省电不差这一会儿啊。不是不是，对，我这个要200度。要200度，对，它这个油得200度。就是200度，它都不油烟，发现了没？这是给我们吃的吧？必须的。哎呀，谢谢哥。你们小时候没有这样吃过早餐吗？都蘸白糖吃。我们蘸糖。对，而且一般都是家里新炸了油，炸了油出来，或者要考试的时候，妈妈今天给改善一顿伙食，就这样。这个油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多了。是吧？好了，油可以端下去。你看到现在，油不黑。对，到很油特别清了。油不黑，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油烟。如果是城市里生活的朋友，大家需要可以自己拍，因为你可能平常这个对油的需求可能不是很高啊，你大概率可能是炒个菜或者有时候拌个菜需要油，这个油就比较适合了，高油酸对人身体也比较好。咱们馒头片配个牛奶早餐。哎，可以，这个盐不用太多，太多就咸了。哎，不好意思，我忘了关了。
我说加糖，加糖我能想到它应该也很好吃，但是我确实小时候没这么吃过。对，然后这个油酸糕，北方人还有一个走，咱直播间有辣椒面没？有。我给你们把那个油，我给你做一点油泼辣子。好，这一点不够，你得有一份，有一个碗里头放上辣椒，然后呢，把那个如果有小的茴香，看你自己是喜不喜欢的，你知道吧？然后把那个热油浇进去，撒，那个香味特别的浓，然后整个房间全是那个油炸辣椒面的香味。然后等它油温低一点，你放一点盐。嗯，你说是辣椒油是吧？对，就行了。就是每个陕西人，或者我相信西北很多什么都是，每个人家里餐桌上必须有那一碗油辣椒。嗯，你知道吧？就是吃面或者吃什么，你得加那个才香。就选这种烟点比较高的油，不容易呛。然后第二个呢，油酸也比较高，对人身体也好。油要换着吃啊，这些身体健康的东西还是要注意的。油卖了2000担，大家自己捡漏。你看刚才两个温度不一样，确实炸出颜色差异很大。那个炸的比较脆。哎，这个确实就好吃了，就是相对焦糊一点，它就香嘛。那咱们可以分一分吗？对，我饿了。烫啊！给那个孩子也拿一个。哎，你们那三个孩子呢？三个。已经准备好了。哎，刚那点油，咱今天直播间是不是还有红薯呢？有。你们如果不在意的话，我把剩下两分钟给大家炸点红薯块吃。好，这奶也好吃啊。讲完这个牛奶就炸。讲完牛奶就炸红薯块，牛奶大家自己拍啊，快。得出个几千单，就允许我炸红薯块。114.9，大家一共买走的这个34盒，24盒纯牛奶，然后10盒这个炸的有点过了，我吃，10盒酸奶，嗯，搭配个牛奶一起，香是香，但不能每天吃，因为毕竟油还是多嘛，是吧？然后那个高 DHA 的鸡蛋，热水冲个蛋花。这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早餐了，又方便又好吃。牛奶到手34盒。来，鹏，是个馍片，给你拿一个，给剩下小哥拿一个。给剩下小哥拿一个，我这样拿啊。雪珍还在呢，给雪珍弄一个。雪珍啥时候来的？刚来是吧？给雪珍拿炸馍片。拿了。都有了是吧？好啊。牛奶，行，我这奶没换呢。雪珍，你一般在吃到特别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首钢琴曲？那你即兴吧，你 solo 吧。你即兴。炸馒头片，听钢琴曲，喝牛奶。Cheers。114.9，一共34盒，24盒纯奶。10盒酸奶。听着这个钢琴曲，好像就从睡梦中轻盈的醒来。厨房里妈妈炸馒头片的香味儿扑鼻而来。我们做了个酸奶吧。开心的吃完早餐，随便把书包挎在背上。欢呼雀跃地跑向学校。这个下面是什么？山药饼、坚果，还有雪橙，是吧？山药饼。嗯。好吃。好香啊！1月18以后的日期，保持6个月，所以你绝对喝完了，不用担心过期。还有3个月呢。牛奶只有1000单了啊！只有1000单了。卖完这1000单，炸个红薯片，对吧？好，把红薯拿来。卖完这1000单。卖完这1000单。咱今晚是不是也卖红薯呢？卖。
我教大家做拔丝红薯怎么样？这咱们没有糖啊。白砂糖也没有吗？咱找一个。大家需要牛奶的赶快把这儿拍完，我想炸红薯。还有八百单，只有八百单。你发现就有很多东西真的能让内心平静了，比如钢琴、音乐哈、啊，我的意思。比如下过雨之后，从院子的竹子、草木，还有爸妈养的花儿。里头飘出来那种雨后的清香，清新吧，尤其是混合着泥土的味道那种清新。注意，一定是雨后，你就会迅速的让人平静下来。我相信我们是有很多共鸣的，虽然生活经历不一样哈，可能年岁也不一样。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都吃胖了还吃，咱又不是偶像派，对吧？哎呀，能吃胖是好事啊。炸红薯，我真的要炸红薯了，谢谢大家成全我。红薯汤暗号链接可以吗？可以。这个有那个切的刀和案板。有。好好好。因为刚炸完馒头片，这个油也可能也用不成了嘛，对吧？就是因为有黑的渣，那个馒头碎渣黑了，你做其他用处也不行。你随便给我一个刀。咱有那个切好的红薯片，也不切好的红薯片是吧？对，有切好的。其实红薯片也行，如果你要做拔丝红薯的话，最好是块儿。嗯，拔丝红薯咱们没糖。也行。啊，在中间这儿，对，就切成这么大的三角块红薯啊，就跟你平常炖土豆块的时候切那种块，稍微小一点，因为这样容易熟。然后炸完红薯块捞出来，在那个油里头放上糖，温度低一点，用铲子一直在晃着搅着搅着搅着，等那个糖变成红色的沫全部飘起来的那一刻，唰，所有的红薯块放下去，然后迅速翻炒就出锅了。这时候就是拔丝的。难点以下，第一个，炸的时候油温不要太高，因为太高外面烧糊了，里头红薯还是硬的，油温稍微低一点更好啊。第二个就是在最难的地方，其实就是烧这个糖起油起糖沫的那一会儿，就是如果你早了，这个糖没有烧成糖稀，它就不容易拉丝，放得晚了，糖糊了就苦了。难点如下两个啊，先霍霍几次会成功的。我们说一嘴红薯的价格就可以开始了。哎呀，红薯还有价格呢啊！你看都不是免费的。4.8斤到5斤的中果是18.9元，然后大果是19.9元，就贵了1元呀。很便宜。很便宜。嗯。大家可以把油跟红薯买一买，自己试一试。我试一试这个油温。我明天就休假了啊！我连续三天假，回一趟西安去。哎，已经可以了。你有没有刀？我给大家大概展示一下那个红薯块需要切多大。有刀。温度还是太高了，温度低一点，要不然一会儿糊了，里面还没熟。你不用弄，我来自己切。对。对，我大概展示一下，就是如果你需要做那个。就大概这么大的块儿就行了，拔丝红薯不要太大，太大了不容易熟。没事，我再切点放下去，它油温就降低了。
是吧？等一下，等一下，它中间可能没熟。你要知道它怎么熟的，你用筷子戳一下，如果能轻易的戳透，它就熟了。你可以把火温度调低一点，如果不能轻易戳透，说明中间没有熟，没有呢，中间还是硬的。使用的是这一款高油酸的葵花籽油。所以你知道为啥炸红薯块好点不？就是红薯片它跟油接触面积高，它容易蒸发，很容易就干了就。我再戳一下，比刚才好点，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它更糯。油温现在低，它也不容易糊，没事。就你用筷子戳，很容易就戳透了，说明它就熟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没熟。这个得等一下。180就行，好，朋友们来一起炸来。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环节？哎，有，但我们家那边可能煮的比较多，是吧？你拿一围裙啊，那个啊，没事没事，以后回去更新抖音，好好好，我更新，更新抖音，收到，来穿一个围裙，哎呦，专业，恭喜你。授予了我们这个围裙啊，炸红薯。我感觉其实我很少一块跟大家，就是跟我的朋友或者我家人一块来做饭。我妈做饭的时候都是妈你先做啊，我洗碗，一会儿我洗碗，然后跑开。嗯，其实很有意思的做饭，很有意思吗？就是你在做饭或者是做家务啊，比如擦洗的时候，你会非常的专注，嗯，很少想其他东西，嗯。我有时候比如工作压力大或者烦心事比较多的时候，让自己专注的办法，第一个就是戴着耳机，然后晚上快走，一个人走很远很远，嗯。也不说话，就听着音乐，听钢琴曲。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收拾屋子，哎，连擦带洗，没错，洗衣服、洗澡、洗碗，带拖地，就是会特别专注。嗯，你要归类嘛，你要整。然后再一个就是做饭，你比如切菜，你得专注吧，你三心二意不行啊。不然手，对，这你三心二意不行啊，它就糊了就。啊，现在熟了。不过你刚刚讲那个，确实是我之前那个困惑，就是怎么会有人喜欢做饭呢？我一直很想学做饭，但是我一直总觉得说很麻烦。但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好像是有一种理由，是吧？在里面，嗯，这样算好了，对吧？怎么判断它好与美好呢？你用筷子戳一下，是吧？戳一下啊！你发现是不是很容易就戳透了？能戳透，对对对，就是中间熟了，是吧？好，豆腐也可以用油炸一下，哎，炸豆腐，对吧？对，然后你再切成丝儿去拌凉菜就好吃了。包括绍兴那边的臭豆腐也是炸完之后就很香，嗯，是吧？嗯，摆盘很重要吧？我给大家讲，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把红薯先蒸熟了，嗯，然后切成厚一点的片儿，嗯，放油锅里稍微炸一下啊，先做熟再炸，先蒸熟，切成厚一点的片儿再炸、啊，再炸，因为这个时候你发现两边它炸了之后是不是焦脆，然后中间蒸熟了本来又很软，又软糯，对吧？外焦里嫩的感觉，哎，我学会了，给大家试试，进行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刚刚做好的这个炸红薯，上面黑色的点是刚才还是很漂亮的，朋友们，这个颜色很漂亮，这种金黄色，很像什么呢？很像那种酥饼。那种感觉很漂亮，颜值很高，香啊！你看炸了这么久都没有油烟，发现没？对，油好，哎，油很好，烟点很高，高油酸的我们的葵花籽油。给，拜拜拜拜，直接吃是吧？烫了，拜拜拜拜。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尝一个啊。嗯，我们拿什么来分一下？看，我拿什么？没事，拿盘子吧。我们这两块就给我们的这个雪婷，还有我们的摄影师分享一下。好，你吃那个胖，我吃这个啊。红薯只有1000杯了，感觉怎么样？不错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劳动成果吧，虽然不是我的成果啊，来看一看，很漂亮，这颜色表面是金黄色的，然后呢你看这种色泽很漂亮，同时呢它是有高低起伏的，有个小泡沫涌起来，里面什么口感？嫩的吗？你看，嗯，很甜啊，那是红薯本来的味儿，是红薯好吃还是油好？都好，我天，这么说的，先夸夸红薯，18.9到手4.8到5斤的这个中果，然后呢，19块9的话是哎，只贵1块钱，4.8到5斤的大果买回家炸一个红薯，刚炸出来什么都好吃，哎，没错，红薯已经快没了，红薯快没了，中果的话是到手10到16个，然后大果的话呢是5到10个，很香，你会发现我们刚刚下去之后把它分完，我突然觉得做饭这件事好像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家人一块，然后呢看这个油锅咕噜咕噜冒，
一边做饭。Yes, it's family time, right? Family time, yeah. Family 这个词也很有意思，对吧 ？F A M I L Y,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以前这么记的。Definitely. Yeah. 所以回家之后，其实可以尝试跟自己的爸妈一块做个饭。这油也很好哎，它这没真的没有没有什么油烟哎。对，这就是这个油的一个优点。嗯。因为我们家现在不是开放式厨，不是那种开放式厨房，油烟特别多。嗯哼，然后那个顶上那个顶也是黑黑的，所以其实买个好油机也还特别重要。家里有哪些东西是不要省钱的？第一个油烟机，油烟机不要省钱。就是买越强力的越好，因为油烟对人身体的伤害完全不亚于抽烟。对，不管是男的做饭还是女的做饭，对，你的身体健康都很重要。OK。第二，我觉得吸尘器也很重要。我现在买吸尘器，我觉得很重要，是吧？因为我养猫，猫那个毛会非常多，你去吸一吸。我最近买的吸尘器，天天就是吸灰尘，可开心了。嗯，很漂亮。没了，黄薯没了是吧？嗯。大家把这个黄薯切成块之后，尝试炸一下，好吧？不要太大，太大就外面糊了，里头也没有熟。嗯。炸到你筷子一戳，迅速的，很容易就透了，说明里头就熟了。嗯、然后呢，在油里头放很多的糖，烧到糖起沫了。啊、嗯。它不再是固体，它像液体一样起沫的时候。嗯。把黄薯块掉下去，迅速翻炒。嗯。就是炒糖时候油不要太多了。嗯。然后出锅。嗯。就拔丝了。拔丝了啊！我了解了。试一试，改天。啊，我试一下啊。OK。哎，你看差不多那份，放一块。哎，你看差点，这种基本应该去熟了啊。嗯。红薯是真没了，给大家吐一嘴油吧。红薯没了啊，自己买还有油呢。对，油的话呢，首先这个是高油酸的葵花籽油。我们现在其实吃油啊，植物油是比较健康一点点，因为如果你要平时吃比较偏胖的话，动物油可以少吃，多吃植物油。这个呢，第一个不含反式脂肪酸，然后第二是你如果你要做个素菜啊，像我们老家这种油菜火锅拿这种油就非常的合适，很香，而且烟点高。熟你熟了，熟是熟了，就是油温高，有点油温高，有点黑了。对，油温太高了，这个关火啊，我来。哎，这油很棒，煮完这个油还是很清亮的，很漂亮。嗯，来看一下。哎呀，你看看，我们今天优秀的一个展示，快给个近景，就已经完全炸黑了，因为油温太高了。油温高啊，就是你平常要更耐心一些，就是油温低。炸的时间长，就是外面既不黑，然后里头还能熟。就像那天我们展示那个蛋一样，你要煎的那个心形状那个蛋，你要温度高的话，下面就是黑，只有低温长时间的煎，还能做好它。对，油在我们一号链接，大家需要可以自己拍。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平时做饭的话，可以拿一些这种菜籽油，而且油要炸了。看评论区，评论区咋了？有人说你这样，说你要说啥？董宇辉都三个娃了。哎呀。你别胡说，我妈明天找我要娃，你给啊。我们上个福利品吧，苹果。苹果是吧？啊。妈，他们是胡说的，你得保持冷静。很难呀，对吧？你这儿每天你就属于是隔屏打电话，你想说什么你跟妈直接说就可以了，很方便。嗯。烫吧，有点烫。还挺好吃的。哎，你这么一说我要尝一下啊。叫一个不那么糊的，你吃这个。都糊了是吧？都可以尝试，这里面还行，你看。还是很漂亮的这个红薯。很香啊，天！没了，不没了是吧？来一个炸苹果，快！苹果能炸？没见过，也不是不可以吧？你吃过烧苹果没？没有，没吃过。放炭火烧一下。炭火烤苹果，童话故事也听到过，是吧？格林童话里面有烤苹果。我们小时候就烤呢。它外面烧完之后，炭火一层很厚的皮儿把那个揭掉啊，然后里头很甜很甜，它是软软的，能吃过吧？哎呀，糯糯的。我还蛮喜欢那个环境，就冬天时候烤的话，打开之后那个热气腾的那种冒出来的感觉就很好。跟您推荐这个苹果，来自于山西的红富士苹果，应该算苹果里面的颜值算特别高的苹果了。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种条纹状，这种纹理，很漂亮。这一面呢是向阳面，偏红一些，像是它害羞是可爱的脸颊。这个呢，你看偏白的，向阴面。甜度其实都很高，这款的话呢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山西的晋南产区，29.8块中果，36.8块呢是我们的大果。如果你要说特别大来送给朋友送给喜欢的女孩子对吧，展示自己的心意的话，39.8块叫果王啊，这个名字写得很好，只有大果跟果王了，现在只有大果跟果王是吧，你看逼着你送给你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就是大果那种特别的，这个是大果是吧，那就果王还不在是吧，你看
那个就是他，用他展示。就是他是吧？啊，不能说那个字，不能说那个字是吧？我都说两遍了，你不总不早说啊？及时止损，果王及时止损啊，少扣一点。果王在我们的这个一号链接，39.8，6到8个，你看这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啊，39.8。导演，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对吗？对吧？那你为什么看到他们在评论区说我三个孩子你不？我已经马上把他们把那个词屏蔽了是吧？把那个词三胎四胎三四个孩子中屏蔽了。对呀，这现场造谣传下去，董宇辉有三个孩子了啊！明天上热搜，哎，然后明天热，然后这个人说啥？你今天没有去直播间？我天，董宇辉今天在直播间里讲他爱情史，他三个孩子离过五次婚。我天，这啥？然后下个再传，你知道吗？董宇辉跟他第五个女媳妇今天离婚了。哇，这样的天哪！然后明天上热搜，董宇辉离过24次婚，有40个孩子。哎呀，今天去领证，怪不得今天没有直播呢。你看，互联网造谣，你得把握住精髓，哎，一定要言之凿凿，哎，但是你得胡说八道，别胡说八道，对吧？没有任何依据，但是呢，很确信，而且你要说的就是懵懂暧昧一些，哎，给大家一些猜的空间，一发挥他就容易想象力，对吧？就每个人就有参与感了。我学会了。你说准了就不好，你说董宇辉离过好几次婚，还有几十个孩子，不要说清楚，哎，给你想象空间，留白。他上个媳妇来北京找他了，他得回去。哎，你就这样说，你这么一说我都信了。哎呀。然后过一会儿就震惊某甄选直播间，他做的那个甄选，就那个主播，你知道吧？媳妇儿找他了，找他了。哎呀，你千万不能说清楚，一具体就没法传了。哎，没错，当时大闹一场，大家都看见了。你看，没人看见，但是大家都看见了。大家是谁呢？啊，不知道。在英语中，这种就要用被动语态了。对 ，it is said， 就是据说。据说，你看 ，it is believed， 到处是 gossip， 八卦，对吧？大家都信啊，都信啊。哎呀，一个鸭蛋。你看他有多扯淡，就跟他一样。看一下油是吧？啊，看一下油，你看，流淌的这个油，对吧？平时吃早饭的时候聊聊八卦，拿它，对吧？做一个下饭菜，八卦和这个蛋都是下饭的好菜，对吧？没有什么比一个爱情故事更加下饭的了。什么？你知道吗？村头那个哥们儿董宇辉，他怎么怎么样了？哎呀，狂炫两碗饭，感觉今天很开心。对，就是你逐渐就懂了很多。那种你懂吧？我懂了，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了，我感觉。哎呀，造谣必须不具体，哎，没错，不明确，模糊，模棱两可，这样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参与感啊，因为他自己在传的时候，他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一发挥。每个人都是故事的创造者，就这种意思，对吧？就这种意思，口口相传。就是我坐这吃没意思，我好歹厨房里洗点菜，我就显得有参与感，就那感觉。原来如此，就是最终这个谣言的版本至少有我一分力传下去，参与感很重要，对吧？最后传上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呀，啊，是啊，他不自重，对吧？鸭蛋，大家需要自己扯啊，给大家过了。啊，咋了？来，行，你想参与一下？你想参与一下？啊，生药粉刚加1000单是吧？哎，山药粉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我其实常年就是肠胃不是很好，我妈老给我做那个山药白骨。孩子不敢胡说，这样没有任何关系啊，是吧？啊，你看，还是我救了你啊！宇辉，你还成长了，以前的违规是比较多的，又是好几千块钱，是吧？现在一次扣好几千，可不嘛？哎呀，我现在结婚都要推迟到32岁了，按这个扣法，是吧？30岁的，现在扣完之后32，对吧？最后公司一算说，彭彭，你这个月欠公司200了，你赔公司2000吧？行吧，哎呀。太难了啊！做，哎，谢谢公司，一定好好做人，谢谢公司啊！太难了，山药粉，我给大家好好说一下啊，不违规那种啊。首先139五盒，大家自己拍，你看结束了，到这里完美结束啊，那不出单是吧？里外里不是人，很难呀，对吧？要不出单，要不扣钱，哎呀，山药粉的话，第一个是很适合大家现在当代人，这个生活不规律。熬夜吃火锅吃辣的，你平时就应该多省山药粉。你得向我学习啊！怎么说？别讲是吧？你胡扯啊！胡扯！万一哪天山药粉出问题，又得找你是吧？又得找你！哎，你很难，哥，是你宣称的，你太难了。对，啊，我也觉得这很难。明明是企业自己印的，后来企业自己还不认，说他们主播自己读错的啊，瞎吗？盒子上都印着，他自己印着的，啊，不知道他不认，啊，他不认，嗯，神奇。你把他拉开就。督促我们的选品团队。对。啊，给他拉开啊！给他拉开，你看，反正都是同行竞争，人家胡说都行，都胡说都行吧。啊，我说一个不可能说错的啊。首先，你看这一排，你仔细看，11条，两排22条，不可能错，对吧？数学是不可能出错的。
总共几条呢？22×5，110条，不会出错的。再算一下单价一条多少钱？139×110，1.2块左右，这个不会出错的，一块一条。哎，这咋还有段奕宏那抹胸呢？你凭这个呀？你这现在满屏都是抹胸，你凭呢？反应慢了一点是吧？你要相信。天哪，导演很难呀，天天看一些少儿不宜的东西，这很难啊。好好好好，你没说之前我都没发现，你看你这么一说就发我发现危险危险啊！粉底给大家看，这样看不见啊，看一下是吧？就是让他展示的不充分，不充分，留有余地还在想象是要发什么样子呢？不知道，拍一单看一看，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我学会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知道有一条评论，我当时看完特别感动，说为什么他只能找去年6月份的呢？啊，因为后来董宇辉再也没有好好想过产品。上来推上来拿下，推上来拿下，几经撕扯，最后产品经理放弃了，换另外一个产品，导演放弃了，对吧？你想讲我的东西也很难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当时培训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评论说，只要不讲就不会出错。你学一下董宇辉的讲法，我们一看跟品毫无关系，怎么学都学不来啊，这个学不了。那每次都是大家以为董宇辉能卖出去货，是他讲的好呢？其实不是，对吧？其实不是，就是观众朋友们抬举，愿意买、哎，喜欢你。啊、哎呀，我得很。你换风筝了是吧？行，看风筝我可以啊，云会像风筝一样，对吧？拉不住呀。加了2000单。上多了，现在哎呀，哎，我刚不是绑住了吗？绑住了，可是刚才我们往下拿太费劲了。啊，你把线给剪了是吧？啊啊。还是行吧，你看更像你了，一个没有线的风筝根本拉不住。线拿来100米呢。嗯啊，那个线也可以展示是吧？对。啊，那特别好。现在真的是一个放风筝好时节。对。现在北京的海淀公园。然后呢，长安公园很多人放风筝，这个真的很漂亮。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风筝老大个了，这个风筝，哎呀，哎呀，能转进去吗？可以。风筝那个我看多少钱啊？29.9块一个风筝，带风筝带线，我天哪啊！雪婷，你知道有一首歌是苏打绿那个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哎，这不错啊！哎，对，哎，看看这个。我很伤感啊，说起来，因为可能我和雨辉两个人都想象的是在春天时候跟自己心爱的人一块放风筝，然后呢，我们最后发现在东方小孙说：“跟叔走吧，跟叔走吧，对，在公司放吧，对吧？”展示一下风筝的飞行过程啊，做一个，哎呀，没事啊。穿着雨辉抹胸出去，传出去。雨辉第20个媳妇儿来，穿着抹胸跟他出去放。来个风筝，它是一个火箭的造型。对，我们常说放飞梦想，对吧？很多时候很多梦想就是成为一个飞行员，一个宇航员。所以呢，风筝也是一个信仰和希望吧。大小很大，它有多大呢？如果在我小时候，我会觉得是可以这样子，你看挂在上面。第一个飞上空中人是谁呢？应该是万户，对吧？然后说要对明朝那个，然后把自己绑在这个风筝上，然后飞下去，拿个鞭炮撞击一下，最后呢离开这个人世间了。但是呢，哎，这个风筝我能带走吗？你可以啊，可以吧？可以，不用，其实我在西安买，我会。你会西安买吧？就很难带，它有金属，会陪蒋先生，很难带。哎，可以啊，有道理。你看，在直播间脑子最快是导演。风筝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29.9，现在也确实是一个放飞的季节，因为呢3月份到了嘛，对吧？阳光回暖，春回大地，现在北京呢开始抽芽了。这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对吧？第一个你有家庭，开着车去这个郊外放个风筝；第二个呢有女朋友，带女朋友一起。朋友，你知道精髓在哪？在哪？如果直接白衬衫、西裤，哎，跑到公园里放风筝，少年 ，OK， 穿着这个做饭的这个围裙出去。川渝少年，哎呦，川渝少年，从小就培养了川渝男性。我懂了。一到过年的时候，你发现村头聊天一群川渝男性，聊天对吧？跟刚拴猪一样，穿着特别像的衣服，反正都是那种夹克什么，然后都是穿着自己围裙，然后手里拿着勺子，一个手拿着烟，抽到时间了回家做饭了。哎呀，这样子，要不然我媳妇骂我呢。哎，那川渝好男人很多呀，我感觉是吧？哎呀，怪不得以后男人找川渝的，你看多好。只有800单了啊！这个确实材质还是挺好的，它这个也很轻。就是，春天是什么样子？春天是什么样子？对啥？这个是装那个啊，我印象中的春天就是风筝和小狗。风筝小狗是为什么？风筝就是你手里拉着的风筝。OK， 在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田里肆意的奔跑。然后家里有个小狗跟在后面，不知疲倦的陪你玩。
春天你的小伙伴、哎、所以春天是小狗和风筝啊，麦没声音了是吧？应该是摔到那个电池摔出来了，摔的没电，摔坏了。但是现在他们能听到彭文这块声音，对吧？拉手，我马上就走，拉手给你们分享一下。然后呢，你知道喜欢是什么样子吗？嗯、喜欢就是四月份的山坡和滚下山坡的熊。你知道这个吗？好像是村上春树的一句话吗？对，是吧？就是绿子给他说的啊，绿子跟他说， 对， 对， 对，喜欢你就像四月份的绿油油的山坡上。咕噜的滚下来那个熊，你说这样好不好？他说好，决定在一起了。绿的这个里头，挪威森林里头还有一段非常经典哈。绿子说：“真的搞不明白，你这个脑袋呢，什么都懂，又懂马克思主义，又懂函数，又懂英语的虚拟语气。你这么聪明，为什么偏偏不懂我的意思？我也原本想找一个更加帅气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偏偏看中了你。”哎呀，我突然明白了，对吧？就是那种感觉，你能理解少男少女之间那种感觉吧？我太理解了，就是四月份长满了青草的山坡，我太理解了。你也理解啊？我甚至向往它。哎呀，你也受了苦了。我回顾了，哎呀，哎呀，可不嘛、哎！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在我脑海中回顾的都是那个16岁时、18岁时的青春。哎呀，后来就停止生长了。哎呀，啊，川渝男人下班了，川渝男人下班了是吧？哎呀，今天辛苦，你看。反正只有100单了，一个会做饭，对吧？回家之后给你做饭，给你做拔丝地瓜。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围裙，带你去放风筝，牵着你的手，在那样的草原上奔跑，快乐。回家之后再给你做饭。哎呀，也不是每天都做，每天都做是吧？做一次就行了。浪漫可以，不能太多。快乐可以有，但不能太多啊。这个川渝男人很快就要下班了啊，带着心爱的围裙，然后呢？哎，这个围裙真的是，这个围裙挺好吧？带走。啊，我要带走。